了吗？喂，哇，他音感很高哎。结果是有声音啦，只是音感太高了啦。等一下哦，他音感超高的耶，好耶，欸、马田，你好像被冻到了、欸，哎，办。动不，喂，到哎、欸，明明讲话很大声了啊，可是他刚刚没有。要调。这样讲话好累哦，这样讲话会断吗？哦，白痴哦，找到原因了啦。可是这样有收到其他声音耶，你们是有听到其他声音？等一下哦、喔，哎、欸，等一下哦、喔，等级，哎、欸，好了，哦，白痴哦、喔，没有，今天只把我的主机拿去给人家清洗那个啦，清灰尘之类的。然后就我的 OBS 的哦，一大堆东西，我也是开好，我还好提早开台，然后就是打开 Switch 嘛，一样是没声音，那就开始在找原因，这样声音好多了吧？然后讲个很惨的消息。FB 这边解约了，我好了一点点，好，应该好很多吧？我就声音很大声啦，白目。解约啦，没有到。
声音还是有点小，是比之前小吗？要通话分享荧幕看看吗？哎、欸，没有，这声音比平常小吗？好啊，跟你通话一下好了。等一下，我要跟我们的马田大大通话哈。紫色学校应该不会回去了啦，毕竟那边已经没有订阅的东西了啦。真的小、喔，那等我一下哦、喔。马田在哪里？喂。我该不会连这边讲话也没声音吧？不是吧？喂喂喂，真的也不见了，麦克。喂，有了有了有了。哦，等一下哦。耳机不见了。喂喂喂，说话。在。喂，在有了，有声音了。你右下角有个麦克风，有个词的。来选器吗？不是，是那个，你看看。麦克风，我现在只看到你的 OBS， 没有其他东西了。哦，白痴哦，那我分享的是怎样、哦？画面，要这样子，是这个荧幕吧？你又没画面吗？我只看到很大屏，大的屏幕，那个屏幕，那快掉了，哦。这个嘞，看到了，第四四看条那个。哦，原本是这样子啦，从一吧，然后这个好像也是这样子吧，这个调高一点吧，哪一个？连接值高是这样子吗？对，但负十左右吧。好。因为刚开台的时候是长这样子，想说刚没声音，把那个噪音遏制的那个，刚刚噪音调高，调低一点吧。这还好吗？我听音质。啊，有好声音有吗？都在哪里直播？改 YT 了吧？那到时候再问他们怎么开。他说变大声了，就这样啦。感谢啦。回来了，哇！哦，刚刚突然停下来，你们不是说没声音还是怎样？喂，哎，爆音哎，等一下哦，再通话一次。再扣马屁。马田接电话。没有爆音，不是，你在刚刚一个那个选项
把它的秒数调高一点。秒释放时间吗？对，一点是多少？应该三到四秒就有吧。三到四这么少？应该可以吧？看看我。秒。啊，哎、欸，还是红的哎、欸。有时候夸张讲话大声一点。那你调回去刚刚那个数字吧，那临界值那个调回去刚刚那个，刚有忘了多少、欸？我看看，看是也是他啊，不行，还是爆，调负四啊，应该负二十吧。还是负三十？啊啊！哎、欸，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这条啊啊！好了好了好了，感谢啊！拜拜拜。啊，没有，现在比较烦躁了很多事啊，晚点再跟他们聊一下好了。那不是本来说要搬出去吗？那如果单单只靠 YT， 我现在的收益啦，我觉得加生活费什么的，感觉存不到钱，要跟他们讲一下。而且搬过去还要买冷气跟他们的一机冷气、什么冰箱、搬家费用，加起来我可能就是真的完全没有赚到钱吧。赖的官方一直东西啊，反正老人合租就是跟团团他们合租啊。你说搬回 YT 再十天，反正八月吧，八月初就不会再不必开台了。那主要是真的最近太热了，我只能从七点开始开台，开到晚上。那就这个月。都是开5小时5小时啊，所以人数没到、啊。哎、欸、靠！没关系。我也还要想，因为毕竟，哎、欸，你们要想一下，我搬出去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为了开台啊。你看，如果下午有开个下午台或什么的，那至少我不用担心说只能开晚上的啊，因为有业绩在嘛。啊，现在我没有业绩在了，我好像搬不搬出去又还好了。这我晚点再跟他们讨论啊。因为那时候，哦，算了，这个事情，先不要讲好了。哦，我看一下哦，刚刚，感谢新的十颗星，感谢王龙的十颗星，不是王龙，利恩的十颗星星，感谢。这十颗星，感谢破燕的十颗星。啊，谁啊？感谢小奈的十颗星，感谢的二十五颗。哎、欸，
星星要丢，赶快丢哦，因为快解约喽。晚点再挑奖金挑战赛，再讲一次啊。他现在讲不及。没有，当时反正就觉得 FB 不适合我啊，啊只是就跑来尝试啊，毕竟有底薪。那现在竟然没有的话，就走啦。哎，所以有很多人有搬去 FB， 我就不能玩星星了啊，可以玩另外一个啊，玩超级留言啊，不是啊，不是重点啊，重点是看我要想什么。哦，刚刚有人不是说最近淘汰很多吗？这有多多、哦？我好奇，有多少人也走了？因为我最近看我们那个群组里面没有人退掉啊。没有，阿谦是忙舞台剧，所以离开的啦。感觉是这样啊，他那阵子开台频率没很高啊，而且你的很多人是就指阿谦哦。不，我得存下钱。经过那段时间真的没钱。没有啊。反正我只是说，有人有多剩的星星就要砸一砸啦，或是可以去其他喜欢的人砸也可以。可以继续 FB 吗 ？FB 什么 ？FB 只会在八月底以前啊。那不八月底啊，七月底以前，超级留言。这里不能用，那里也还未开放此区域功能啊、哦！还有其他的啦，那种那叫什么东西 ？PayPal 吗？还是欧付宝？还叫什么？其实还有其他的啊，如果真的想要给的话，我再去来研究。很久没有弄那些东西，要重新研究了。星星比较好玩，会吗？而其实星星就只是说你只是花一点点钱拿到很多星星，这样抖起来比较爽而已啊。从 Twitch 解约就没抖内的人，没事，你快可以抖了。Twitch 解约，我 Twitch 没解约啊！哦，我有啦，我被拔星星，我被拔勾勾了。这第三。就看你啊，感谢小奈的十颗星，就看你啊。什么下礼拜直接给吗？要给多少？要给我多少？这样也好啦，这样我就不用那么累了。就大家都休息，我去还在开台。
不然就是要日夜颠倒剪片。哎、欸，不过不影响，我应该还是不，就你看啊、喔，以前没有在 FB 开台，是在6、2、3、5都是开麦块，礼拜二、礼拜五是麦块嘛，礼拜三就 Amigo， 就这三天开台啊。得了 FB 之后就是每天开台啊。那可是如果没有团的话，就是没有像巧克团 Amigo 的话，就只有礼拜。好像还多了礼拜日，礼拜一的轻松生存跟礼拜日的那个嘛，跟巧克力玩。所以现在没有团，就是礼拜四跟六，可能就这两天是休息吧。就休息，不要那么累，这样。哎、欸，所以你是真的想吃阿给吗？你要的话，可能要走一段路哦。我怕那天天气太热，又吃热的、啊、那个蛋饼，你会冻不掉。不过能自由开台就好了啊，我就可以画图了哎、欸，赞哦、喔。没办法，我想说尽量能赚就多赚一点，可是它里面要求真的越来越高了，没办法了。所以到 YT 之后只开八点哦、喔，都不一定啊。还是你习惯七点开台了，因为我会选择七点开台，只是想要多赚一点啊，不是多赚一点，是想要多一点业绩，才会选择在七点，人家都还没开台前先开台，然后开台后继续开这样子。说要吃冰吗？对啊，他是说要吃冰啊。啊，他那天在聊天室不是有打吗？他说。教主带那个啊，你那去吃蛋饼啊，这样子。然后刚好是一個，哈。哎，其实我觉得我的标准差一点点，感觉就是我每天再多开就是。平时我是哦，因为上个月我是睡醒五点以前就开台了，啊，这个月是因为完全爬不起来，我每次起来跟头就很痛，你要维持你的蓝色分组，应该可以自己选吧，因为兔窝里面也是有三个地方都有订阅的啊，以前退取的加 YT 的加 FB 的都有在支持，像谁 ，Yoko， 还有谁，老 G， 跟那些比较老的。比较资深的。你想开几点？开几点？没有啊，就有时候也是一个，你习惯了吧。你看，如果真的要从事这个职业的话，你当然是开台要开多一点了。才会有钱的、啊。这顺序是的 ，YT， 接工厂。在讲什么？好，洗澡，拜拜。再讲一下，
身份组顺序，身份组的排序啊，这个的话会是啊，所以不能自己选哦。哇哦，好吧。可是我觉得我的 DC 的身份组有点乱呢，虽然有在调过，可是哦，你是想要蓝色的 ID 是不是？应该可以自己选吧。不能哦，好吧。不连海底洋就不会。哇哦，有这么执着的吗？我的天 ！YT 的咖啡。那其实以前更乱啊，现在是有稍微改过，改过之后有好一点，好很多点啊。白痴哦、喔，今天作业还没做，你在想要不要进 DC？ 就看你啊，因为通常，我看到 DC 有人，有时候会乱入进去聊一下什么之类的，那就跑掉了。啊，或者是我真的是很多。如果跟同乐赛哦，对不啦？跟你们同乐的话，我还是要靠 DC 啊，丢连接什么之类的。都读不到，哎呦喂！等一下，我先拿起来啊。有到IP。Melody 啊？哦，那关台进个 DC， 你可以现在进啊。呀，那个海盗又来了！哎呦，啊，他现在是不是有改那个 NPC 的顺序跟那个出来的那个调整？不然现在 NPC 要越多，你每个礼拜都来那个，怎么三个椅子？回溯了啊？怎么回溯？回溯什么？这兔兔是昨天的，没有啊，这个是那个啊，扫卡片的原木花园躺椅，给你吧。这个卡片要扫三天啊，所以要连续让它不用连续啊，就是只要第三天给完他东西之后，他就会来这个岛了。你看到我岛上所有的兔子，通通都是扫来的，然后连死胚芽也是扫来的。啊，我没拿木头。原木花园堂。
蓝色星星终于要走了，也太久了吧！我的史培亚都送完表情符号了、欸，啊，然后也很感谢你们一直有来挂台的啊，真的很感谢啊。没有，这就很感触，你知道吗？就觉得我明明就不适合，啊，但又跑来这边做，要怎么讲呢？自己的能力自己打啊，有时候又会说什么？别人觉得就是我就是适合去做，怎么知道啊？可是就是懂吗？就是明明知道自己已经极限到哪里了，感觉自己不是感觉明明知道不适合，还硬要来做，然后结果每次开台人都比人别人少个五倍啊以上啊那种，就觉得很挫折。你没刷搬家事件哦。有一个，有没有想要死培雅啦？对的，没错。欸，柠檬那是手抽欸，他不是刷来的欸。今天才跟别人讲，柠檬那是手抽。我去问一个人好了，他要不要来接？看一次繁星台就爱上了、啊，不过有等一起，还有第一个熊，还有，这个时候觉得画面就真的很无聊哎、欸，完全都是没画面，你怎么惹牙齿痛？要不是说死培雅要搬走吧？棒啊，不要换啊，我本来想换爸爸的，结果换爸爸每个人跟着叫爸爸，我不是完蛋了。终于要走了。要有点不舍得，可是为了全吐槽。虽然有人说你的耳朵也很长，像吐吐，但好，刚好走。希望哪天你会在一个忘记出道找岛民的人家里，
像扑我的谁忘记出岛去找人，那你现在他家里在聊什么？我才发现你们啊，开头是 L O K， 可恶。D C 哦 ，D C， 你们问他就对了。你看耳朵这么长，不然就直接送他一个那个嘛，兔子耳朵。回来啦！抓虫大赛，是说我之前一直不敢在任何一个台留言，好吧，悲呛的啊，不用怕，哎，我有那个。地方躺下来休息好了，现在最爱了。他是不是知道我要解约了？他一定知道我要解约了，然后才跟我讲这种事情。我 FB 要解约啦，我 FB 到这个月底，光想要 QQ， 我要测试 FB 的信息能不能用找到有 YT， 然后又看到繁星在直播，嘿，那时候第一次看你打字好像就是用星星打字，我那时候想说，欸，新观众，我第一次就是直接用这个留言的。在这回 YT 啊，退群没勾勾了啊，所以待在那边，那边也不会赚钱啊，而且这么讲。你想哦，我每次开像麦块，光是麦块台好了，Twitch那边会看的，那时候最多也只有50个人，啊，我 YT 随便开个台都有超过100个人，你觉得嘞？而且开麦块
之前啊，以前我还 FB 之前都有到500多，之后回去不知道会怎样了。现在心情很郁卒，很郁卒。不是郁卒被解约这件事情啊，对对对，反正很多事情啊，反正这么讲，这个月发生很多事情，但我其实心情一直有点很乱，所以导致我有点作息不正常。所以其实我不是礼拜六那天。整个没睡嘛，然后去跟他们去还愿的那个返校的那个返校的展，主要也是我真的是压力有点大，然后睡不着，然后这阵子一直狂飙头发，都在想说是究竟是我已经老了还是怎样。对啊，就是紫色那边抽太夸张了啊，所以才会不知道这要干嘛，所以才会说紫色那边我就放下吧。不然一开始我为什么不去 NoNo Life， 不去 FB， 我就是舍不得那个啊 Twitch 的勾勾啊，可是。我在那边真的赚不到钱啊，我赚不到钱就只能真的放手来这边啊。他来了之后是有赚到钱，跟我想的不一样，他们都说什么很好赚什么之类的。哦，那时候那个很好赚的时期已经过了，我一进去之后就已经开始新的革命了，的改革就门槛都拉高啊什么的。你头发掉很严重，不是哎、欸？听说留长头发，而且女生哎、欸，不是，而且听说男生比女生还会掉头发哎、欸。我记得有这个统计，而且长头发的女生比短头发的女生也还会掉啊？还是你也老了啊？我下次我们见面之后，我去扯你头发看看。晚了一步，对啊，没办法。没有，为什么会不想来，就觉得自己不适合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已经退曲，已经没什么人看了。那大家一定不习惯 FB 的直播的系统啊，各自什么勾都一大堆。然后我的干爹群里面也是讲一大堆 FB 也不是很好用啊之类的，然后也讲 NoNo Life 也不是很好用啊，反正各种大家就是讲说不好用不好用，可是重点来了，我们是去那边赚钱的啊，至少会发钱这样子。然后后来是他们 NoNo Life 那边已经有他们已经先那边革命了一阵子之后。就是那种会讲说平台不好的那种开始缓和下来的，就大家开始能接受说我们是就是想说去那边是赚钱。嘿，我还血池，然后就大家就觉得还好，就是至少你去那边赚钱有保障，然后至少你们也有台可以看啊，是他们花钱让你们看台这样子。还会每天有台看，不然你看以前巧克力哈基他们也不是每天都可以开台啊。我丢了一下。早一天租借场地可以吗？可以啊。而且我觉得你还是要看运气耶，我跟 Lumi 的磁场那么不合耶。我开了四次岛给他来抓，他都抓不到稀有的虫，每次都是那个巨蚯蚓虫跟深山蚯蚓虫，
手机直播用过 FB， 其他的没法看哦、喔，你是没办法看哦、喔，真的假的？那我还是要讲抱歉啊，因为没办法，我不开台我还是会死啊。所以你的 YouTube 不能看直播、喔，那你先去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当我八月之后开台，你可以去看一下我有没有开台这样。你的赞该不会是我被咬吧，白痴哦！搬回 YP 我就不能温馨，没事，我跟你讲，我搬回 YP 之后，他们也比较好提醒欸，除非我把音效设一下啦，因为之前那种抖内的音效真的太大，我每次玩到一半耳朵就是耳聋，那不然就是会骂出脏话。不知道讲过很多次，那个蝎子不会跳起来，这太白目了。人家狼蛛都会，蝎子却不会。应该可以，那就好啦。而且，由于 YT 没有，连续两只，彩虹敲醒虫，因为 YT 没有说不能挂着嘛。那我就可以随意挂着去做其他事情。换掉什么？啊，蚊子，拜拜。啊，54分了。但他要上班，不然我等一下开导，我现在开导给你进来啊。干嘛？我反正我等一下奖金挑战赛，这只是我连发手把要按着。看看到这些漂漂亮亮的虫，都没有喽。如果你做完这件事之后 ，YT 的先。就有限制了，没有啊？YT 那么自由，可以唱歌，可以画画，可以拉赛，还可以开台那种讲观察之类的。就有人就是说他不是被隔离100天吗？但是奖金你很想看啊，你很烦欸，不然奖金结束后嘛，我看我玩什么游戏我再开给你啊。先开游戏看一下版本啊。哦，没有欸啊。 1.6.1 开始。一点都不自由，比起以前，有吗？可以唱歌版权？不是啊，你不要有盈利就可以了啊。你在 FB 播有版权的歌会卡。不是，版权这个东西你也要尊重一下创作的人啊，懂意思吗？那比如说你今天我画的图被人家拿去使用，这样他有尊重我嘛？他起码也要标志那个啊，分享我的连结用网址还是怎样的，这才是尊重我。那他今天是直接拿去用，懂吗？这其实你们换个角度想，今天你做的音乐被人家拿去用，你至少要有点回报吧，或是人家至少要知道啊。啊，有些人是觉得啊，他拿去用没关系，所以才会有那种没有音。那个不收版权的音乐赛，对啊，
一期弄好了，管理员帮我加身份了。如果你有空的话，也可以，谢谢。现在没空，抱歉。会啦，晚点会有人帮你用啊。对啊，就是没有人去做，喜欢做义工啊。就连我自己，也不是很爱画那种免费的图啊。欸，我发现每次都是玩奖金挑战赛。你看上次闪闪也是 FB 解约是玩奖金挑战赛之后讲的嘛。啊，这次换我了是不是？自由度没以前高，没办法啊。欸，不是不是，如果你今天我换去 Twitch 的话，那边可以播版权的歌。欸，那边没有差。你连玩劲舞团或是 唱有版权的歌，或是现在播流行音乐，它都没差。重点是那边就是不好赚啊！你今天要去好赚，像 YT， 那，啊，你就要遵守人家游戏规则啊，没办法啦，这就是游戏规则啊！你想要赚钱，你就要遵守人家游戏规则，而且 YT 就是一个吃版权的地方啊，他注重版权啊，注重创作者。今天有闪闪，应该是没有啦。我是说上次闪闪是11月的时候离开 YT 的，那时候才刚进去，他就要离开了。欸，不对，我跟他同时进去的，啊，但是他就是观看没有起来啊。我那时候有观看有起来，所以我成功苟活了。而且最好笑的是，我们那个 FB 内部，他有那个放那个FB 专用的音乐，对不对？就他专用的音乐有版权，对吧，啊？我要跟 FB 解约了，等一下挑战赛的时候再来讲。好啦，要过去喽，轻松生存。奖金再调一下，调什么？Open your door, FBI. Open your door. 开台了，开了。8.6，还想躲角落啊？那不要躲啊！我不要躲，我命就在这里。看在那边啊，感觉就很角落，很偏僻啊。哎呦！啊，哎呦！谁还没到啊？谁？好，谁？好烦，到了。等一下，还是你很烦？西瓜，西瓜，要拍他。电脑他给我自己更新了。哦，更新，更新，你更薰衣草吗？你开薰衣草吗？哎，我刚刚进来的时候，麦块的设定也都被动到了。对啊，没有，因为你有调版本的关系吧？嗯，他是说有谁偷偷动你的电脑？哎，他是连音乐都帮我打开，好可怕！哎呦，哎呦，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的都不会有那个音乐，对啊，我的也没开，为什么？是不是有谁偷偷动你的电脑？哦不，我的电脑觉得太慢，谁偷玩？哦，农历七月还没哦，还很久哦，还没开啊，还没开，哎呦，很久 ，OK， 都来了。来了，还没啦，慢慢来，还没熟，拍，我们今天，在乱打了，新人呢，耶，新人，老新人，体验，耶，老新人，老新人，老新人，哇，你看，你的 skin
啊，就会看出来谁最新的。谁讲的？谁是谁？白冰那个，白冰，太过分了！不是我，不是他，你听错了，是吗？我是王北北。我是王北北，我是不会说谎，我是不会说谎的。我想要学王北北的声音，我学不起来。来，我们先介绍，等一下再介绍我们这次的跟动哦。好，哦，介绍 ，B O B O。哦，这么快就先我们，好像每次都是我。你讲完了吗？好，下一位。没有，听我讲。那个要进入跑空姐了。嗨，我是波波，我是无敌美少女啊，谢谢。下一位。多人联动，我最喜欢。Hello， 李叔。耶。你喊够。他结束了吗？对。Hello， 大家好，我是允月，下一位。Hello， 我是繁星，然后 FB 直到这个月咯。对啊，为什么？哇，YT 等你回归。欸，你要强势回归，我要强势回归。你刚回来的时候 ，YT 没问题了。对，现在 YT OK 了，之前大改版很多问题。最近稳定多了，都改好了。稳，稳字一出。我是工厂，是工厂，不要了。大家好，我是阿基。西瓜。先拍啥小？哎，是小燕讲的，是小燕讲的。不是我，不是我说的。是小燕，是小燕。打起来，打起来！为什么？那我是巧克力，看来这个西瓜还没熟，大家不要乱来哦。有感觉的出来，这西瓜还没熟。下一位 ，Hello， 我是小雨。下一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米。下一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米。下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克，现在是感冒的杰克。然后我现在看所有人都会累个，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你网络，网络也感冒了。杰克，我们都有在动啊！你怎么了？杰克，你怎么了？看这都没不会卡着卡着，完了，是不是不太妙？没事，你这样可以用延迟斩，哈哈哈哈哈，越玩越顺。下一位，哎，换我，嗨，我是老新人。不要这样！他走心了，他一定走心了，他一定走心了。看我还是逆子的存在，我是小 M。好，下一位。嗨，我是永远最后一位的团团，结束，结束。啊，我们今天的奖金争夺战呢，有做一些调动。首先，大家那边。打人有没有？这个我们现在设定呢是可以打架的，但是其实也是禁止。对，就是如果你打人的话，你会受到反伤。哦，自己就会直接细卡卡。好，可怕，很可怕。对，那当然我们游玩就是规定了，就是尽量就是不要打到别人，然后你也不能太过的干扰彼此。好，不要一直贴到别人的面前，有没有？故意打我呢？对，就是你可以微骚扰去抢人家的怪啊，或者是偷东西啊，但是不要一直贴着别人，不要 PVP。OK。好，这样。那之所以会开这个反伤呢，那是因为我们有新增第二本书。最终狩猎任务哦，在这游戏之中，我们都是奖金猎人嘛。那身为猎人，就会有一个最终狩猎任务。到了游戏最后的15分钟的时候，会开始缩圈。好，它会缩10分钟，对，然后缩到最后，它的直径其实蛮长的，直径是140格哦，半径就是70。我们平常玩 UHC 是缩到16格，所以它其实很宽。对，他缩的圈呢是缩到最后那个星星掉落的那个圈，最终 OK。对，那关键呢是最后10分钟的时候，也就是缩圈过了5分钟之后，会开放 PVP。而且这个 PVP 呢，如果你
死掉的话就不会再复活，你就会成旁观者模式。哦，那这个 PVP 呢？哎，不好意思，它是你打死对方，你不会有任何的奖励。哦，所以杀人是没有好处的，只是让对方会扣掉他的生存奖金。哦，而且可以让他有没有就没办法去捡最后的那个星星。嗨，对，过往最后太过 peace， 我们就加了这个最终狩猎任务。所以大家也可以看看，比方说有没有？比方说最后的哎，那个前三名的分数非常的靠近，说不定其他队伍就可以集火他们。哦，对啊，那就会比赛会变得很刺激哦。那当然你也可以就是全面的去逃啊，去飞天盖啊，或者是遁地，你就是舍弃中间的行星也是可以。好，对，因为我们最后是不会发光的，目前先调不发光，嗯，然后这样来比比看。OK， 好。好，那么呢，哎，那个如果跟小恩一队的，可能要再跟他说一下一些任务啊，还有怪物要请他要小心。赛前已经有跟他讲过了，对，只是游玩过程也要包容一下这个新手。哎，好开心哦，真包有，真包有，没问题，没问题，会手把手的教的，真的。我们就要来分队咯，分。调整了吗？看一下，是跟同一队吧。这样就是三界嘞，三界哇！可是你们不可逆啊！可是跟他一队，我们好衰哦！啊，嫌弃了哇！我们十二个人就分四队。OK， 游玩的过程有任何问题就打字999，本机就会过去为你讲解。但是系统上还是有什么 bug 就可以赶快通报。OK， 好，那就来随机分队。分哦，哎，是同队，是同队，太夸张了！你们是不是跟同队一样啊？有完全三人一样的吗？他们啊，是三个一样，他们啊，是一样吧？三个一样，我们都一样哎，我们黄队三个完全一样啊，对啊。那因为一样，我们就再甩一次好不好？好，就在一队，就在一队，就真的有一点不同。M 巧克力，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黑长滩，你是被队伍啊？黑长滩，我好像没变队伍哎。我们没队，我们变颜色，没有变色，同一队，代表你们命中注定在一起。那这样子没问题了吗？可以啊，好。分散啦，好，噔噔，黄黄的，对，灰色，就是哇，我们是红色，阿喜是吗？哎，哎，我们哎，你今天有用那个吗？繁星，没有，哈，你没用，好可惜，你要用了，要用啦，哎呦，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B2B。哦哟！我原本还想说，繁星也用，我们就是三人组，三人虚拟耶，虚拟人物。等等等，你有哦，你有用哦，我已经在用啦。不是啊，我是露米啦，我一直都有啊。露米跟我不太一样，他是二 D 的，我是二 D 的哦。然后我们是三 D 的，这样你可以现在马上开。我还要截取那个哎、欸，我好怕他突然露个脸，啊，我不啊，这样子。那个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弄啦，我也是花了一点时间弄。对啊。啊，这个组合应该加班。哎、欸，为什么他们都说我们这三个是开车组啊？我们没有，哎，开车组错了吧？我啊，我觉得等一下应该，我觉得等一下应该，这都是繁星或卢米在开吧？是繁星开啊，怎么会是我嘞？我现在开的话，我的眼睛会一直往下看，会跟往上看、啊。我现在调明天吧，可以明天开一下，就会出现很严厉的表情，还不错、啊，这样还不错啊，他们都可以截图哎、欸。对啊，他们很开心哎、欸。哎、欸，那个繁星，你要救救我跟卢米啊！我们两个上一次真的是太惨了，是我们水逆到个不行哦，两个都水瓶座的哦。对啊，我们爆炸哎、欸！没事，你这次可以让我们不要最后一名吗？我只是另外一个处女座来到这边而已哦。没有，说不定你可以帮我们改运。我们上一次太惨，我上一次从来都没解到任务。你要想一下，已经换了一个月了。是啦，对啊，是换一个月没错。可是你知道吗？我这几场这几次都很惨。可是你知道吗？第二届跟第三届我被节约了、欸，哎。那没有跟没有，那说不定就是因为你之前太惨，所以说不定就是现在会开始改运了。哎呦，对呀、啊，对啊。
没错，你要相信你自己。没有没有。啊，可是 我真的觉得好意外啊！我原本以为会再晚一点、欸，想说跟你讲的一样，大概就是暑假后。对啊，我也以为啊。哦、我们可以了吧？对。哎、欸，现在看得到任务吗？看不到，看不到。等一下进去再看看，要先接什么吧？嗯，好。哦，来喽！速爆苦力怕，地狱幽灵，两个草内击倒六只怪物，怎么觉得都好难哦？发酵也黄金胸甲书柜，上缴一桶牛奶，我觉得牛奶是最简单，我们可以先晚一点吧，准备个铁桶，对、啊，对，先晚一点、嗯，对啊，先打一下。两个草要引怪物，这个白天超难的。白天好困难哦。嗯，先挖木头，先挖木头，而且还可能把草打爆哎、欸。对啊，还可能把草打爆哎、欸。可以先做中间的吗？中间的吗？我是觉得牛奶那个跟还有什么会比较容易啦？牛奶那感觉很容易。嗯，可是要先找到三个铁就是了。对，我工作台做了，我也做了。哎、欸。你看我们两个，天哪，好惨！明明就只是没沟通。对呀、啊，硬要怪，真的是硬要怪。好了，我先挖石头。真的耶，希望今天运气好一点，不然真的是会崩崩溃溃。的，崩崩溃崩。不一定啊，第一回合上一次你们全部都解困难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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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解，没有吗？我们是解1500的，然后好像跟不知道跟谁抢抢到谁的。哦，好像是我们的吗？哦、不知道哎、欸，我们的很后面啊。对啊，所以繁星在到处换吗？我嘿，换上面，那给你到处换哦。好，我决定这次要先挖东西了。就先挖矿嘛、yeah. 那露米给你挖矿了，我多挖点木头、啊、我挖点铁，不然等一下又不够。挖铁，挖铁，挖东西呀、啊、挖东西，不要再到处跑。可是我觉得好像需要甘蔗、欸、如果等一下要放书柜的，而且重点是比较快。你摆个什么木棍？哦，不对、欸、这个也很快、欸，那我们要不要一起挖树先？我现在在挖树，所以我们要直接先解一千块的吗？我觉得要不要先找找看有没有铁，起码解个1500了吧？1500，牛奶是1500吧？对，啊你要找牛奶是1000哎、欸，都是1000哎、欸，哇，好吧，都是1000、欸，找甘蔗吧？对啊，那就找甘蔗吧。那我也上去好了。好哇、啊，看有没有甘蔗。嗯，先看一下，可以准备苹果。峡谷，然后、哦、找到峡谷了、哦，说不定会有矿。有啊，有很多。水哦，哦，我们前期物资真的就靠你了。啊，我要下去了吗？哦、我以为你没有，所以你没有要下去矿。你不是要下去啊？我以为你要下去峡谷玩。好吧，没事没事，你可以继续晃。那我要下去喽。好了好了，你下去了。你就下去吧。我们最惨就只是上次那样而已嘛。对啊，好好，牛了，就没分数而已。啦啦，丢啦！哎，20分钟的话，那这样子我们会经过一天的晚上吗？20分钟会啊，一定来不及啊！打怪的话会来不及啊。嗯，好吧。你想要打怪？那我先交一些木棒好了啦，本来是交100根嘛。哦，他是放副手、啊嗯、我其实有点忘记怎么教了、欸、放副手，然后他会跟你讲说要拿什么更新那个书。对，哦哦、欸、哦，我教64，我教64个，我教的。等一下、哦、等一下再教，等一下再教，我还在砍牛。没有啊，我想说我先教1到1半啊、哦、我先教到一半。对，好好，他是教到100个才算完成嘛。嗯嗯，那我们教99个，这样也是可以啦，万一不小心加到的话。64个加32是多少？64加32，98，98加3，96，96，96啦。嗯，哦，96，好，我们数学都是 Bobo 教的。对对对对对对，96、97，98、99，好，我教99哦。好，好，这么刺激。九十九。
然后最后一趴就是不交，然后大家都没有做那个任务。我们如果真的算了，然后看到有人要准备交这个，我们就故意中断他，因为他一次拿副手不可能拿100个，拿那么多个，一定不可能。超坏，聪明。哎、欸，我找到牛了，我正在砍呢、啊啊，你看可不可以找？有铁吗？不是不是不是。可是牛奶是1000的分数啊！我在对啊，牛奶是 1000, 我在拼书柜啦，我现在拼书柜。对啊，弄书柜看看吧。先找甘蔗，甘蔗比较难。嗯、好，我在努力挖村庄吗？我刚才就是在找村庄，看看有没有金胸甲。哎、欸，我游过去看看。好啊，你看看村庄吗？庄庄，对。就是要故意让别队看到 99% 啦，吓死他们啊，对不对？女巫爽 啊！那是女巫的家，我不要过去了。里面一定会有女巫吗？有啊，我已经看旁边已经站了一个女巫了。好吧，那喊你还是过去了。安诺，甘蔗在边界外两格，两格草打怪等于跳砍。跟弓箭哦，弓箭哦，所以哦，弓箭是可以的。OK， 谁这个时候会有弓箭？对，谁会有？嗯，哎呦，有天有天，是呀、啊，所以地狱打一有天啊，对，哦对，去地狱可以挖很多黄金耶，现在地狱。可是问题是地狱，你没有地狱，你没有装备是去送死的，你知道吗？没有黄金装的话，对啊，你要先有个金装哎。对啊，不然很危险哎、欸。我是有点怕啦，我不知道你觉得呢。我是超怕啦，我就看到好多的蛋。对不起，安德，不要乱来。哎、我看到了，这应该是繁星刚刚说的峡谷吧？嗯，800多，对不对？对，700多，我在七百。进度好还是不好？不好，我这边一个甘蔗都没有。嗯，四个甘蔗应该没办法了。嗯，这里一个都没有。嗯，难受。我现在只希望他们不要跟我抢那个木棒的东东。今天可以脱飞了吗？我也很想要脱飞，我们上一次太惨了。真的？那等一下策略价吗？如果看到有人已经交一组木棒，我要直接交掉吗？好啊，好啊，没有问题，我们就也跟着抢1000分，不管他。嘿嘿，好的，嘿。不知道这一次。他们 会不会也是选难的任务玩？一小阿基也受伤了。我刚刚听到好像有他哦的声音的声音。那应该又是跟我一样吧？跟你说，陨月非常之有可能想要用灌浆功法去地狱哦。感受到了、啊，可是他现在去，啊、他可能想赌一波吧？希望他可以。撑过去，跟我们想的一样的事情。进入地狱内，地狱坐标一定要记录，不然会回不来。哦哦，加尼亚派，啊，加尼亚派。为什么听到怪？为什么听到怪的声音？但是我没看到怪，神秘。零，透明。快点，铁身太慢了，再给我。我有铁镐啊，嗯，啊你们，我有盾了，有盾了齁，好，我这里也有的，我也有一点基础的装了，哎、欸，怎么有点萎缩？对，我的文学有一点点萎缩。我刚和盾牌想说，盾牌改配方了吗？哦，好，出来了，回缩了，刚刚有回缩一下，嗯，大家都铁镐了哦，水哦，很小，很小。好，继续找甘蔗。甘蔗你在哪里？嘿，甘蔗你在哪里？
而且现在地狱的史莱姆是不是史莱姆是不是会远距攻击啊？有吗？还是我的错觉？那个时候我总觉得他会远距攻。哎、欸，我有甘蔗哎、欸。哦，哎呦，我看到甘蔗了，而且旁边有牛哎、欸，砍了、啊。我只能做啊，要九个才有一个，对不对？九个书才有一个，那来不及了、欸。九个书才做三个那个、啊、一个书柜啊，不是啦？哦，对啊，对啊，那来不及了哎、欸。白色粉末，白色粉末仓，所以你来啊？真的假的？我们来啊，我也只有三个啦。对啊，我甘蔗也只有三个。我再看我们还有没有好了。好啊，持续看。要晚上喽，要晚上喽，要。哎呀，南瓜哎、欸，我是不是应该先拿着一下？说不定等一下会用到。哇，南瓜。然后这里平原上有两个草啦。我们是不是我是不是要来拼一波呢？没有拼怪物了吗？他是说打六个嘛，对不对？跳砍打六个，嗯、我是可以试试看啦。可以啊。嘿，希望我不要死掉。是你有牌。我宝进入地狱之后受了伤。哦，不是，是云月。一进去吗？钻石，哇塞，这运气！像他上次不唱歌的，他上次为什么不唱歌？没有，他们就是、哦对啊、不吃完饭呢、啊，要约唱歌，然后约、哦、约玉米，约不出来，不出来唱歌。他不想出来，是我也不唱哦，是我也不唱、啊。你想一下，你们今天在三重约唱歌，已经半夜快十点多，哦，那真的是蛮晚的。对吧、啊？你要出来吗？我不会。过、啊，太累那个时间很奇怪哦。帝都看我，看我，对，我在草丛里。为什么会发光啊？它发光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是特殊的怪吗？它是那个什么尖盾猪？哦，尖盾的，它血量很厚。上次就是拿那个。哦木铲子敲他，敲就是敲他。屁啦，这也太难打吧，在草丛里面打。哇，小雨死了，你要死我也要死了啦，白痴、喔！啊！我为了解那任务啦，白痴哦、喔！我拍拍，不哭。哎、欸，时间剩多久？下一个阶段？我不知道哎、欸。看，差一个金，还有不到五分钟，450几秒。我差一个金，嗯、可以做衣服。我这里没有金。四百，可是他俩交两个金哎、欸，两个金为什么？两个衣服啊？我看，哦哦，我看一下，哎、欸、哎，都要两个黄金胸甲。哦。哎、欸、屁啦，一个着火的啊！你呀呀呀！我求你，我错了。错了呢，你了。那看来知道是谁运气不好了，是我。我知道了。哎、欸，我不知道你怎么解的、啊。他们也在弄哎、欸。他们人多吧？他们人多吧？屁的，你最好可以一直烧啦！我要走了，臭蜘蛛，臭蜘蛛。哦，就人多坐木船吧，这样子赢。哦，对耶。对啊。哦、对呢，你怎么那么聪明？我哪里都没想到。要集合吗？还是来不及了？在地底了，要挖机。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理我，我顶死过一次了，不要理我。我要试看看。哎、欸，他们好快，他们好快，他们好快。过来！哦不，可恶，巧克力，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速度真的很快。可以找到他，去把他船破坏掉。哎、欸，我都把他草打掉、欸，哎，对啊，我就觉得那草就是会打掉啊。对啊，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啊？好夸张哦！好，我看一下任务清单。速爆苦力怕，要不然就是我要去找速爆苦力怕。陈年酒酿是什么？陈年。那个吗？牛奶吗？
哦，发酵蜘蛛耶，1500的。哦、啊，不要乱打我啦，追击者，我在看任务啦，乱来。他坏坏。所以你觉得金装拼得到吗？拼不到了。我这里没有金。那要直接1000分？那要直接1000块了吗？对啊。好，来喽。Say no。哟。啊。好，倒数10分钟。还那么久？对，其实还蛮久的。哇，那现在还有，现在我应该也要下去挖矿了齁，下去挖矿。嗯，挖东西，看有没有钻石。Diamond！ 我要来断别人后路，没有错。填起来。欸，他死一次是扣多少分啊？500、1000，对，忘了，忘了。刚加完是3700，他们是4700，不知道，忘记了。吗？十次3000吗？忘了。因为，哎，刚小雨死过吗？小雨死过一次啊。对啊，所以我们是加一样的，所以是扣300吗？哦，嗯，因为原本是三千分啊，对啦，扣300。啊、哦，那我们如果假设不要再死掉 ，PVP 都没死，减星星就还行啦。我们要这样子催眠自己，嗯、可以有机会，机会了。哇，有人没找死啊！这一定也是在解任务。哎呦喂啊啊！我有在地狱啊，在地狱玩啊！他们现在拿那个2000分的奖励的话，只剩下1000。哎、欸，其实好，1400。还是有赚一点，还是有赚欸，如果他们跟1000分的比起来，让他们再死咯。真的，这样，可是这样讲好像很坏，就对、啊，快死快死，不会，怎么会坏？去死团，去死啦，去死啦，快啦，你们活太久了，该死一死咯，该死一下啦，该死该死。对，感觉我们要找个时间集合一下。对啊，不然的话，嗯、就在峡谷而已。那可能要给一下坐标。怎么这个高度是不是有点高啊？真的呢，挖的好，下面就挖了很多格，就才在42层。从高山开始往下挖你。也没有高山啊，就是一个平地，可能这边平均的地表都比较高吧。哦，对吧？嗯、拜托，我们怨念当然重啊。我们这一次是目标，不要当最后一名，不是要当第一名。这次心愿就只有这样，小小的心愿而已。对，小小的心愿，如果他也不让我们达到，我也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这个竞赛跟我没缘啊。那个多少钱啊？奖金忘了，都忘记有。我们都忘记了、啊。他是说10000块吧？哦，最高10000块，然后去进行最后争夺。哦，我们还，我觉得我是没 end 的啦，没 end 的啦，没有 end， 现在都还是零啊。哎、欸，对啊，我好像也是零哎、欸，哎、欸，不对，不一定要你有啦。你有一次吧？啊，就只有第一届是第二名啊。对啊，对啊，只有第一届是第二名。所以露咪，只有我跟小雨，嗯，我跟小雨都是零。哈，小雨没有跟巧克力同队过？没有。那你现在啦？现在有了啦，所以他可以拿了。嗯、对。怎么好像这一次？怎么好像这一次告到最后好像也是就是巧克力这样。哎、欸，他们剩1000多少？1000，没有死，他们真的是很惨。他们再死一个人，就做什么都亏了。他们就直接死到底啊，跟我们上次一样啊。对吧？我畏惧啦，当混乱邪恶、欸。这成就也很难呢、欸。只是我上一次真的是不小心做了爆米花。
不是故意的，没事。真的是不是故意的，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走过来，你知道吗？瞬间就爆了。对啊。然后做个床哦，会有夜妹哦。不用啊，要大家都睡过一晚才有哎、欸。没有，就是以防万一啊，因为他们选择那个了，牛奶，牛奶，所以1000分还是什么啊？升梯子，升梯子哦。哦，其实也很简单啊。哎，其实很简单。其实应该都，对啊，只要有一个人不是解1000分的，应该剩下都可以解1000分。对，都没事。带多少？我等一下上去找你们啊，因为我现在这边有点远。找你们。我这边是915跟1245，很远哎、欸。915。在866意思。我是718-1304、哦，我在中间，谢谢。那就去等下去反应了吧不用吧，去峡谷吧。好，那不然去卢明那边啊，峡谷啊。可是我的峡谷有点不是非常狭的耶，非常狭吗？你的非常狭的意思吗？不是很深，对不对？对，它里面有一个洞窟啦。哭啦，哭啊、哦！怎么哭啦？你在哭啦？所以你是不是因为不是很深，所以就是探起来不爽，这样不开心？开心？当然不开心，都没有筋，都没有筋哦，那没办法啊，没事了，然后结束那个任务了，对吧、啊？可以挖到金苹果啊！是啦，是可以做金苹果啦，可以回血，没错。好像有道理哦，跳哦，跳哦！哎、欸，所以团有铁装了吗？我有啊，我有。我现在是裤子跟鞋子，然后我应该可以再做胸甲、铁拳帽子。铁还蛮多的。哎呦，那你那边很枯啊？对啊，你那边很，你那边很铁啊，很枯，很深，是不是？有够铁、欸！哎、欸，现在是白天对不对？现在白天吗？白天了。哦，那我们出去找你。嗯，现在我这边好像有个洞窟，我们去找你。有啊，21分钟，臭子。去找我繁星吗？找你，找你，你继续来，你继续探，我们去找你。我这里好像没什么嘞。嗯，就在你那边鱼啊。呵。那边鼓啊。好。我要去那边鼓一下。因为我觉得它好像是人造的，有个人造的。对啊，有个峭壁，是垂直的峭壁。那就是鬼斧神工啊，大自然的力量。对啊，我要把我的头像留在这个地方，看谁会看到。死亡痕迹。我曾经有在这边定居一下。干嘛？我被安德吓到。安德吓到。一出来就看到他到底。来，你说你坐标多少？我坐标，我看啊。欸，这怎么这么乱？看都看不见，7101282，7101，然后1282哦，嗯，好的，你干嘛打嘞？哦，这是队伍屏啊、哦，你是不是吓到？我刚刚真的吓到哎、欸，吓到，没有没有。我有特训过，特训过。对不起，我见识浅薄，我知识很缺少。新学习的新技能的错、欸。其实我们离你蛮近的，我一下就要到了。因为我就在刚刚旁边过来一点点而已。一点点而已。那所以这个湖边的、水边的这个工作台是你做的吗？是。啊？是啊。欸，你这上面还有很多铁。哦，这个是破土吧？我刚才看，我看到类似这样的水啊，就是莫名其妙被斩断。对啊，桥到处都有这种峭壁。哎、欸，可我这里没有东西，我这里是要往下挖。挖，我就挖挖钻啊。哎、欸，那个安德很好动哎、欸。哇！另外那边好像有洞窟可以下去。你给他信，我看到一个人走过来。我刚刚是看到一个白白的人，欸、你没有水桶哦？我有啊，是怕会把他的火把弄掉。哦，没事啊。好，耶、yeah, ！你们不要灌蚂蚁吧，灌泥鳅从上面倒水下来。灌蟋蟀啦，灌蟋蟀啦！哎呦哎呦，被斩了！灌蚂蚁，灌泥鳅。哎、欸，泥鳅碰水也是会出来、啊。哎、欸，你发光了，我看到你发光了，我看到你发光了。因为你受伤了，对不对？嗯，
为什么会发光？你是不是在打蝙蝠还是打什么？嗯，没有。是在攻击人吗？没有。你？嗯？我们在受伤会发光。对啊。咦？为什么？看到你了、啊。我什么事都没有做呢？只是被压到而已。哦，他说只要人受伤就会发光。你是不是吃到历史、哦？你老实说。对，我就是吃了满满的历史。这是孕吐吧？团团，这是孕吐吧？好，什么同类伤害？我想打。你拿打火机烧他，再帮他浇水。哦，钻石锄头。哎、欸，南瓜派、欸。哇，没有南瓜派，可是我们只有一个南瓜，就一个。哇。啊。现在赌，赶快打到钻石出，找到钻石喽！对啊，哇，那真往下挖哎、欸！希望找到深怪钻哦，钻石！哇，打、哦、好多、哦，我们赶快去找洞窟，找僵尸打。六个，上面有一个窟，那不然怎么怪？到底那我是喜欢讲窟啊。啊、洞窟啊！那繁星就交给你了，那个任务、啊。哇，他们直接做好南瓜派、欸，哇，太快了吧！对吧、啊？对啊，包装了，很小。后面啊，给我包进小燕蹦出来的蛋。哈哈哈哈哈！哪里有窟？在哪？嗯，这样来，然后转弯。那、啊、这边不会有怪啊。这条路下去，嗯，在哪里？在河钻石。这边。都插火把，怎么会有怪？后面。哇，你这是要我死的节奏吗？你不是说叫我不要插火把就黑的、啊，但我还没下去啊！你这边也太短了吧？也太短了哇！我的错，我的好，打掉。那我找神怪钻那边，就团团那边继续挖。那我们就继续挖矿喽，繁星就交给你了。嗯，你只要找到三个僵尸就可以了，像好像很简单一样，26，不然就等一下你一起来地表打、啊。上来上面。哦、等一下就晚上了吗？对啊，快了，快了，还有三分钟。哎、欸，我还没有铁装，没铁装，你在哪？铁给你啊！你帮我哦，我来。你插什么？我不知道。我看哦，没看到。工作台底下。想不想垫底？不想。哇，不要！不要再垫底了。Please。哎、欸，这里有水声啊，会不会有洞窟啊？哦，可是我最不会听音辨位了。我也不会听音辨位。在哪里？你可以吃个历史呢。我没有，我现在就你刚刚的那条继续往下来而已。觉得好近哦，那个水声，我听不到、啊。哦，找了，有了。有吗？有洞吗？这里有洞窟，看你要不要来探，说不定有僵尸啊！我应该上去弄苹果的。Go go go！ 我把那个水堵起来，好，这个水好定的、欸。哎、欸，废矿哎！哎呦！哇、哦！废矿哦，你要不要来探、啊？我来了，准备好船了。嗯。想入岩浆哎。蜈蚣啊！这里怎么刺激啊？哇，不是僵尸，僵尸我这边一只，我这边好多只，好来了，这边三只，完了，居然有特殊的，跟你讲一下，有特殊的。那、啊、我擦亮这附近啊！哎、欸，有蜘蛛，还有蜘蛛声。哦，我玩错了。哎、欸，僵尸后面有一只。哦，有一只小僵尸。追击的。怎么了？你的后面，啊、你的后面、哦。你，露米挡到我的怪，等一下，露米，他在追我哟、哦！哎呦，好，换位一下，哎、欸，那我要把水堵掉，好，不然你们这样很难作业。好了，我把水堵掉喽，跟你们说一下。哦，
酸啊，很酸啊。哇哇，第三只了，我的天！哇，再去找一只吧，这次就是我们打，哎、欸，他树林会乱跑。哎、欸，会打人吗？哎、欸，哎、欸，对吧？你去找别只，我们继续，我们那个，我们往前。哦，这是你补的哦，我想说这是生怪砖吗？鹅卵石一堆。这里有僵尸，我看到了。来，这里有蜘蛛跟苦力塔。那边有看到哈？好黑哦。那这个水我堵起来了。好多只，妖兽哦！我先下来。后面。哦，这边还有一只。哦，后面还有一只。哎、欸，碎哦，好，可以正常打怪了。可以杀掉吗？可以杀掉了，我们已经结束了。你在干嘛？你在干嘛？哎呀，后面。哎、欸，引怪，你，努米，好。我敢做。有，我怎么知道你敢做？哎、欸，又一只。哎、欸，后面有一只。哎、欸，上面有金。我知道。好，上去挖。是哦，我们可以努力弄资源了。有，另外那边有蜘蛛，所以我先堵起来。好的，是堵的吗？不是一般的，还有苦力怕。不是一般的，是一般的。不要抓鱼兵。哎呦，你想不想赢？这跟赢跟抓鱼兵不一样，哎呦！你还要说我抓野兵抓的越凶，赢面越大。好，那抓起来吧。哎呦，第哎呀，小蜘蛛，猪，在发光。就这个阶段受伤会发光、啊剛剛，对吧、啊？发光、欸，我没受伤哎、欸。应该是说，只要被打，好像被怪打到就会。哦。我其实血是满的，所以上面鹅卵石是团团放的。哦、我刚叠的，我叠的，叠掉了。你叠的真的很生怪砖的样子，很棒。其实根本不是，有没有？对啊，我想说生怪砖吗？没有，这附近没有。如果有的话，也太幸运了吧？对啊，很棒哎，超棒！你们现在大家都有铁装了哈？有了，是还有些还没有。好的。我们可以努力的找钻石了。嗯，不要这做，不要死。哎呀，哎呀，铁真的好多哦，好棒哦。嗯，这里真的铁很多。真的觉得废矿的资源很足。插火把。你们有砍吃的吗？有，树爆。好，有就好。哇，树爆！刚刚有个任务是砍三个树爆、欸，哎，结果我们没砍到。哦，我们上次就是少一只树爆啊，第一轮的时候。树爆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对啊，这真的是太吃运气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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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安诺啊，治疗的酷狗哦哦，给他射一下，你有全铁装就。反而会回血、嗯、啊，不确定啦。哎、欸，我的熔炉刚刚放到哪里去了？在那条路上、嗯，没事啦。这边也有，我刚刚也做了。附近那么多，哎呦，但这边也，哎呦，有呢。啊，这边是怎样？我来了，长得像人工的、欸、哎。你说那个横切面吗？不是，是直切面。直切哦，跟刚刚的一样啊。团。有人看我，我看不到你。他上面、哦、看到了，来，而且、哦、我先过去。四面环铁。来，我还舍不得挖，先让你们看看完，我再破坏大自然。批判一下，这里。嗯，你看这边就有铁了。哦，这个太像人工了吧？在这边太多了，不是吧？是人工的吧？哇，
这也太好笑了吧！好笑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舍不得挖了吧？真的会舍不得挖、欸，而且这个铁数量真的很多哎、欸，有点多啊！真希望钻石也这么多、啊。哎、欸，你的那个南瓜还在对不对？南瓜还在啊，要种吗？没有，可以做铁巨人。因为其实打王阶段的话，我上一场我本来有想说要来做铁巨人。感觉我们铁资源那么多，可以试试看。嗯啊，我们上次是铁不够多，一大堆南瓜、啊，波波会被炸死。因为上次不是一大堆那个吗？铁巨那个要击杀铁巨，我们在找村庄。哦，对啊，我们那时候也在找村庄，整个都找不到，很气。对，只找到了很多南瓜、啊，但找不到铁。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留着一下，就是如果有杀铁巨人，就直接做了。嗯，直接拿来用。难怪可以看要不要多留，对吧、啊？有的话多留、啊，因为铁很多。真的，真愉悦。先把那个任务做完，然后多的时间就感觉好爽，可以慢慢的农资源了。对啊，哎、欸，我们上一次根本没有时间慢慢农资源、欸、上次超可怜。上次就是一直在跑步啊，哎、欸，那边有苦工哎、欸。对啊，有苦工。我想要他的苦头，可以养狗狗。拿，放进去揍了，揍他了。你说他哦？我退啊！你要吗？下面还有一只。我只是在等骨头而已。我要继续探险去。枯工，哇，这你随便挖下去，怎么就是？哎、欸，那就是我补过来的啊。你下面还有一只枯工，就是那个，哦，就这里啊。对，嗯。哦，他没有挖到钻石，你要挖另外一边吗？我这边有挖一个，我们都还没钻石，射起来！对，我们现在钻石就那几个而已，我还有四颗，嗯，可以做附魔台。摔死，蜘蛛会摔死哦？会啊，蜘蛛会爬，也会摔，嗯、但它会摔。你忘记蜘蛛会爬边界吗？哦，我想起来了，然后自己再摔一张。南瓜种子我开始种了，哦，是哦，可以先种，种起来。找到那个、啊、矿车，哇，这个区域也太危险了吧！小心各种洞跟。这里超危险的，这里超空旷，然后就一堆怪会掉下来。啊、对，那应该是接到大峡谷了吧？对，这边刚好是个大峡谷。哇，是人为的吧？啊，中爆的，中爆的，爆炸很可怕，我已经体验过了，连盾牌都防不住的伤害。哦，他是 TNT 是不是？啊，下中爆了。哦，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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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不行了，我觉得我要去挖钻石了。他们一直挖钻石，跳成就，压力好大。哦，我只有金晶石。我有青筋。我先做个帽帽。好了，我要去挖矿了。好。哦，团团，我要幸运六的稿子。哦，好想要有幸运六的稿子哦。奈隆博。哎，我上次两组的钻石砖。冲幸运六狂失败，就那一次，这个真的是赢要冲，输要冲，光了。你要无所畏惧，我没有畏惧啊！你没看到我都冲光了，那个防爆人把我的全部吃光，哭了。好了，我要去探肥矿，找11层的探。嗯，惊人。为什么鱼啊那堆一直死啊？感觉是还在地狱啊！干嘛还在地狱玩啊？他们今天就是要在地狱玩到底就对了。说不定是回不来哦。哦，挡格出撞。嗯，捡那个成就。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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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咻。等一下，如果看到毒蜘蛛生怪兽，应该直接略过吧。跳掉了、啊嗯，是吧？风险太大了，太可怕了。那个做生怪塔也太难了。
哎，这边可以看一下。哦呦，哎，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可以附魔的吧？可以。嗯，有钻石，有书，有钻石。你要看要不要先做附魔台吧？我有挖到青金石了。知道什么团团说这边会空降？这边太空了吧？对啊，你看到了吗？爆炸？怎么了？你怎么了？现在没有钻石了。发起 run run run！ 哎呀，那我很幸运啊，我从来都没有拿，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碰到，看到一个钻石，都没有，真的。有够衰！我要去岩浆旁边挖挖。衰爆！衰惨！衰爆气！哦，我绕了一圈呢，太霸气了吧！看看我多惨，我的木剑爆掉了。你为什么还在拿木剑？你为什么还在拿木剑？厉害吧？哦，中包中包！赶快拉打，拉打！铁还是挖一下好了啦。嗯，原本想说铁太多不想挖，还是被挖了。哎、欸，对耶，繁星，你那个做完附魔台之后还有办法做，就是还有一颗钻石吗？对啊。两颗，好好，两颗，还有两颗 ，OK。你说要做，你们在哪里？我需要人救我。我在离你大概蛮远的地方，我想办法回去。你在哪里？我应该比他比较近吧？在600-1300。露米靠你了，没关系，我超远。如果不行，不行，不行就算了。你在哪里？我是这样、啊、白痴哦、喔，你是白痴哦、喔，我是白痴。怎么会摔呀、啊？我就跳下来就摔到了沒，明明知道这边是废矿，你还敢跳啊？好了，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我不要救你，以后都不要救我。好好好好好好，我去死，我去死，我去死，快救我！你在快点！你是不是把他叫下来害我？你是把他不幸脱险了？快点，盾牌快爆了！哪里来哟？我以为你脱险了，没事了。我还在还险，对吧、啊？很像那个贷款，有没有什么保险？哎呀，怎么真的很会掉哦？很掉，气死人了！哎呦哎呦，掉起来！好啦，欸、我觉得繁星应该有帮忙我们完成了。哎、欸，我这边有两只天啊！你在哪里？你说，哎、欸，你小心，你小心，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跳跳跳跳跳，你等一下，你在干什么？你游上来，你游上来，你游上来，哎，上来！我游了，我游了。你到底在哪里啊？这边太危险。你们还是不要在那里好了啦。耶，我放繁星一个人在那里走怪，我那边超危险的，呜呜呜。被你气死哎、欸！你怎么还在这里？你看，换你脱险了，对不对？你怎么还来？我想到后面还有一只啊，我就想去那边挖钻石。岩浆旁边啊！突然觉得你们都好可怕。等一下应该可以补个血了啦。应该吧？不是新的任务可以吗？对啊。我终于有第一把人生的剑了、哦，我看到中爆了！人生第一把剑 到了！啊，要死我！那个燃烧加加加加加，燃烧加加，燃烧，燃烧加加！哇，他们在玩极客拆弹，好强！极客拆弹、欸、那边有苦力帕，那边小心小心，有苦力帕后面。哪边？你会帮我打哦？我先跑啊！他是重爆吗？是我先跑，我不知道，我就是没有看到，所以我先跑啦。重爆，重爆，重爆！刚刚就是他，就是他。我们团团跟苦力怕太不熟，太可怕了。哦，那个我刚刚打到一半，他跑去找你们玩了。你为什么不 好？我刚刚就是遇到他才绕路，才会遇困啊。哦，哎、欸，这有史莱姆哎，打，我打掉他。格局，
哦，原来我们在找这了。我去上面插点火把好了，不然等一下上面又生怪一直掉下来，很烦。插火把，插火把，插起来。我凑火把。啊！去，你还是附魔的吗？坏人。哎，我们还要再挖钻石啊，因为还要要啊要啊要啊，要啊，再找、啊。我一直想挖钻石，还没挖。哦，好了，我这边往下啦。哇，你们兵分两路。没有、啊，我就在据点旁边啊。我也是在据点旁边的洞。我才说你们兵分两路哎、欸，还不错啊，覆盖范围、富含范围很大。哦，干嘛、啊？就在这。挖到岩浆。挖到啊。哇，我们的铁，哈哈，怎么了？哦，刚挖了一组都回来，有够多。对啊，你应该去找好好的找南瓜了。啊，对，我刚要种啊，就是你刚遇困，我才回来的，我刚才种南瓜啦。哦，里面有放泥土了啦。哎、欸，你怎么这个就是我要种南瓜的地方？哦，我不知道。怎么了我们？最后如果还是最后一名，一定是我跟 Lumi 的关系。哎、欸，钻石有了，一定是 Lumi 的关系的，一定是 Lumi 的关系。我要挖到钻石，你都没挖到钻石，嗯，钻石快出来！而且我跟你说，这个钻石是 bug， 哇，赚啦，碎啦！有这么多岩浆炉，碎啦！你没有水桶吗？有啊，那怎么浇水就好？好像堵的，因为上面已经都是你们的那个了，已经撞了是不是？对，黑曜石。哎、欸，我跟你黑曜石钻石，耶、yeah! ！是不是都在你那里？ Yeah! 这里没有。重金属小团，隐形僵尸不是隐形蜘蛛，他们吓我。四颗。哇，好运团哎，就不是我啊，是你。再多好运一点，拜托。原来这次是好运的好运团了。一只，我需要更多更多。哎呦，哎，其实他说最后还是很多没。他说最后阶段打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把他打死之后啊。他就会扣那个生存分数啊，然后就不能复活啊。可是对，开场不能减星星、啊、开场说。不是打人会有反伤吗？那是只有一开始吗？哦、对对，那个阶段不会，那个阶段会解禁。哦，对对对对对，把你弄到硬邦邦。你要把谁弄到硬邦邦啊？呀？啊？哪尼可嘞？人家打不透你。哦哦，干嘛、啊？这样还不错啊。我喜欢。所以喜欢硬邦邦。要赚到我做哦。好啊。因为我这边十二颗，那你就下来就有黑曜石。哪里啊？哇！我只能上角铁而已。是 Lumi 这个地方吗？都是啊，都有岩浆啊。哦，有看到了。OK， 但他们都没赚了，我要换另外一边了。哎、欸，搞不好你在前面就有了。你知道我今天阿他跟我讲什么吗？嗨，他就是说、啊，人就是在努力找矿才努力挖。但是当你找到矿之后，你还会再努力哇？那这样子，说不定团团等下就找到了。找到什么挑战？钻啊！他早就找到了，我已经找到了很多，要找更多地方就会有了。岩浆也带一下。对，我有骨头，其实可以帮南瓜撒骨粉。还是我们要留一些，我们要留一些看自己狗狗、啊、有没有狗狗。喂狗要干嘛？有任务吗？没有啊，就只是纯粹、哦、可以揍人用啊。对啊，哇，怎样？怎么了？我被炸了！哦不，你撑住，等一下应该就可以回血了。快回血了！不是，我被吓到了。啊，你被吓到了。对，好了，我黑曜石挖好了。撑一分钟，再撑一分钟，再撑一下，就可以回血了。是说？皮革有了，甘蔗也有了。啊，书在我身上。反正现在我可以自己做一本啊。好啊，我自己做。那看来要甘蔗也顺便种一种啊。好啊。
再做一下，勇敢面对，不要怕，再下一下。在唱这首对不对？对呀。可是你报那首歌怎么唱对不对？没错。什么歌？哈林唱的歌。一只父母啊，他叫哈宝宝啦，不是哈林。哈宝宝，不是哈记哦，他是叫哈宝宝。哈宝宝。早期的VTuber 他是 3D 动画的虚拟偶像、欸、我看一下什么任务对僵尸造成10点输出以上15次就你啦、啊、那我要付一个锋利一的辅导三做个书六只沉思对啊、嗯、我做本书好我会在你旁边了40个要攻不要攻啊对啊嗯我们系列也可以做攻啦换个地方好了哦没有锋利眼你要不要看一下有没有锋利你先付其他的 哦你都付好了是不是我都付好了我给错人了对啊锋利要帮我看、啊、那你看看看没有我对我给你我没有没有的是效他是铁剑哦你是效率我已经附上去了，可是附上去直接做免征吧。我们够哎、欸，僵尸后面小江水哦，那我先做铁征。可是这样合起来够不够、欸？我们应该够吧？锋利二这样子也加不多啊，就是以铁剑来说的话，我们是要附在那个啦斧头上。我是想附在斧头上面啦，露米这先给你。露米，你看一下你书有没有锋利？嗯。有三等的，那附，然后附在铁斧上，好，谢谢。OK， 有了十点以上嘛？僵尸，我要去找僵尸了，拜拜。哇，我们刚杀了一只，没办法。你应该往那个区块会很多掉下来啦。我现在在往这个区块走，危险的区块。对，僵尸。出来啊、哦！出来玩啊、哦！出来玩啊、哦！不要再躲了。不是啊，为什么他们已经在怒火暴刃啦？一样吗？同一个任务吗？一个是不是同一个？是吗？你帮我对对对 对, 對, 對啊！他们已经在用了啦，僵尸嘞！我看到高压苦力怕啦。我们要僵尸啦，白痴、喔！他们这样速度太快啦。哦不，那我们看第二个任务吧。他们是不是有生怪砖啊？要沉思，在远距离。哦，那1500的嘞？1500任务是什么？我现在没办法看。我听到僵尸的声音，为什么找不到他？你说1500的吗？木炭100个。荧光15个跟20个红蘑菇，嗯，哇，嗯，好像我们这里都没有，只有木炭呢，木炭而已，对，有大量的哦，看看，乱炸，在晚上吗？嗯，哇，他们晚上爬，哎，在晚上，现在晚上，还是我们要去地，可是我觉得我们来不及，哎，就是找其他的啊。那个啊，沉思什么的好啊好啊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那我不上木炭了，因为我只有20个而已。好，那你上去，我们去地表哇。哎、欸，上去的路在哪？哎、就是这边后面吧。要下去再上，绕上去、嗯。等我一下。到刚刚一名一堆僵尸了，现在给我下面弄不，我今天是被 K 死。对啊，刚刚真的是很多，爆多。对啊，这条吗？换沉思吧，我们去找沉思。嗯，哎、欸，那你们父母还不收吗？还是等一下会回来？不知道在哪里啊？路吗？哇，不是这里。哎、欸，嗯，也不是这条，应该要下去吗？咦、欸，也不是。谁都没有哎、欸，夸张。嗯，不是这条路，不是这里。嗯，我觉得你东西要不要带着？就我们等一下会回不来。带一带吧，带着吧，带着吧。嗯，你会回不来，也不是这条。带着直接往上去吧，我们带着直接往上去、
把这里先封起来。好，走过的路都封一封。直接挖上去喽。哎，我好像找到了这条吗？不是，可以给我一点食物吗？来，谢谢。阿里亚多，那东西交给你们收拾了，先挖上去。大家都在解那个十颗星，因为十颗星任务真的好解多了。颗星什么十颗星？哦，那个啊，暴击哦。对啊，暴击那个真的有斧头就哇，巧克力直接升到42%哎，怎么回事啊？升什么？它是什么？怒火什么鬼？怒火，一次两只吗？哇，56！这边真的好难找，我找一找就回来了，天哪！所以我还是往上挖了，你知道吗？对。哇，它是什么？金石跟眼泪、铁、蜘蛛丝、皮革要吗？皮革带走，都拿。是不用吧？该都不用啦。你的南瓜种子有需要吗？拿着吧，对吧、啊？打掉吧。哎、欸，你后面鼓励看我、欸，我看到了。对，他怎么是看你？你可以打他，你可以打他，赶快打他！哦，哎、欸，改你了，改你了，改你了！还在看你吗？有，弄掉！听到羊叫声嘞，是不是我们离地表近了？我继续下面去收。天国近了。嗯哎、欸，这是什么鬼？为什么他重新载入哦？不知道。我听到羊妹妹的叫声了，我们要到地表了。我们其实已经到哎、欸。啊，真的假的？嗯，真的、欸，我们只是在挖山而已。好的，我们要找僵尸了吗？啊。这里刚好哭工的声音哦，小心哦！哦，这边偷打我，坏坏！哎、欸，找僵尸淹他喽！小心弓箭手！哎呦，哎、欸，这种特殊僵尸淹他也算成尸嘛？对，那可以帮我封住他吗？本来你走不海边啊，随便。因为等下，他上来了。好。等一下，到处都是，又一只哦，这只先围起来，我左右都有，哦，直接挖掉就好，对了，聪明，哎，小心哦，卢米，我这里有一点，哎，你后面还有一只，哇，哎，他坐上去，还一只，好，嗯，等一下哦，这边围高一点，好，小心。好，那只我帮你解决掉好了，我帮你解决掉。耶、yeah ！好，你们可以弄那个水了。他是说逆四幺六，哎，他会浮上，他会浮上来，等一下啊！你在干嘛？用太多哇！他们在弄情海威胁，他们感觉比我们快。完了啦，露米哦！好用、啊，好了，我把它塞回去啦。你怎么塞啦？请问，等一下啊，跑过来弄我！你打去下去啦！我还不是不会游泳吗？啊，怎么你怎么办到的？不知道。哇，等一下、哦，把它推下去，然后挖到脚下。嗯。挖得到吗？然后这边再倒一桶水，他头上这边再倒一桶水。我来，嘿咻，来喽！头的正上方嘛，这样，嗯，好，
还是会动哎、欸，还是会动。会，它会动，它只要有那就会动。拔下去一个。要，哎、欸，该这样就可以了吧？这样子，嗯，哦，再往这边，不要啊，不要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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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要啊，这样就好了。啊，还有一只僵尸，僵尸，我帮你铺路，快过来。僵尸，跟着我走啊！笨僵尸，笨僵尸，对不起，是我笨。跟我走，不变哎、欸，不要走，不变，不要走，不要走啊！好，死掉了。哇，他完成了，来不及了。前海威胁我完成了，那我们砍木头吧。好，变了，打眼。那先封住他。要。等一下，万一需要把它变。那我做一堆熔炉哦，还是你要点那个要做弓箭的啊？好啊，不然我们同时进行好不好？看谁先。然后如果看到别人也在烧木炭的话，我们就先那个，就先捡木炭。弓箭，弓箭我这边有线。好，那你做，那我跟露咪砍砍那个。没有要怪物哎、欸，哎、欸、对哎，可是我對、啊、现在没怪，现在要怪只能去地狱啊。对啊。有啊，有一只枯弓在那边，前面。这边太挤。嗯。一直咕噜咕噜的感觉蛮有趣的。往上垫40格也可以吗？这样也算40格吗？哎、欸，好像是哦。那这边就有啦，这边有两只沉思的。那你往下射沉思吧，你往上叠吧。亮亮亮，那边有一只枯。然后那只枯弓你也引，看有没有办法坐船，然后你往上这样。船在谁那？啊，那你献给我，我也来做。来、啊、来来来来来，我来用沉思，你去用枯弓，好不好？来来来来。嗯，进水会中毒哦。好的，我进水会中毒。新的碰到水会中毒哦。嗯。哎、欸，等下那我要把那个，哎、欸，那我可以开箱了吧？开什么箱？沉思泡只要搅碰水、啊，应该就不会燃烧哈。嗯，好，没问题。都要跳很高，跟海豚一样。这个水要怎么捞，让它在底下？好，这边其实也有怪。试试看哦，哪里？啊，下面有个洞就有怪。那个有洞？不是、啊，要是里面是个、欸、哦，那不行。讲几次了？讲几次了？听到吗？哇，以后要不要大声用吼的？好，你用好的。不要。哎哎哎，好像可以哦。金币。你再讲一次。里面是哦，没事。它是要射杀吗？还是射杀？射杀。哇，那我弓不知道够不够哎、欸。箭矢。我这里只剩两个箭矢。我箭矢只有四根。我三根。两根。还是你先帮我摸一下沉思，各摸一下就好了。打一下就好了。露米，跟你讲话。对，露米。帮我打一下他们。好，那我来喽。还有一只，怎么另外是做不到？有各一下哎、欸。好，我来喽。可他有命令哎、欸。这样，等一下我交个书看，这样有没有算？应该是照理说有算的。没算哎、欸，没算哎、欸。你射死了吗？没死啦，没有，没死，没死，没死，白色，我以为死了。哦，我在射。死了吧，死了，我看到烟了。哦，有有有有有 有, 有, 有，好，再来。死了吗？还没，还没，还有一次。哇，那这边也不好射、啊，没射到，没射到，箭在我身上。啊，那交换露明叠上去往下射。
我不是很烂。没关系，我来。你可以吗？我下去，我这泥土应该挖很快。鹅啊！见日挖枯光，跟我距离远不远了、欸？哎，你如果从上面也不行啊、哦！对，等一下你会被我不敢啊！对啊，哦，哇，那只是回血的枯光、欸，哎，是吗？真的吗？看起来是我要去被粉红色的，是粉红色箭矢吧？是吧？嗯，露米，我来了。有，这里是图给我，给你，不是啦，还书的，是还书的。我说粉红色，是问你是不是啊？谢谢。看一下坐标了，那要把它封起来吗？封起来吧。谁？不够吗？把，嗯嗯，他不现在不会动，可以帮我封吗？大家看我不，他怎么变看我？好了，他看我了。哎、欸，我看你哦、喔，小心。看我哎、欸。真的很难封他哎、欸。缺一只哦、喔。嗯，我们再弄了，等一下哦、喔。OK。哦、oh, ，加油。这样还。这样团团弄得到吗？我没有动，这样应该 OK 封起来了。都要挥一刀啊，还是不能挥？先挥一刀，这样子射会比较会比较快。好了，我挥到了。要到多远的地方射它？我们身上还有金吗？我有金，有可以做金苹果。好、啊，先让繁星解完那个任务吧。嗯，你们先解，在旁边弄苹果。露米来，那个你帮我把他头上叶子打掉。好，等一下，你先叠上来，叠到树上，你就看得到他了。不是那边。嗯。有看到他吗？有。再打。等一下，这个我怕他会出来。再打。树上，头上的树叶，头上的树叶而已。哇，他烧了、欸。哇。哇。差一刀。有，吓死我了。碎啦。碎啦。好，赶快弄装备迎接下一个。下一个好像是就打了吧？打完了吗？对啊，那赶快弄装备啊，赶、快来附魔！你们还没附吗？赶快附！我附了，只是还没叠而已。嗯，那就来叠装吧。然后我先准备铁锭，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做铁巨人帮忙打。完美。等你们过来。金，我来。身上有两颗金苹果，两颗金苹果，不是三颗苹果，不是想太好了，有骗，没骗，几个给你、啊，你差点，你害我差点把苹果拿去烧了。有铁锭吗？有铁，到这里需要，我要做铁方块，这个够吗？够，很多。铁巨人应该是五个铁方块吧？三四，还是四个？四个吧？四个哦，那我多做一个。那你的铁巨人腿有点长哦。长啊，那附魔台要不要放出来？在繁星呢？我这边有七颗钻石，可以做个钻库或者是钻符。四颗。好，铁砧。我们有十一颗，那我们要一个人一个钻剑吗？还是要钻斧？还是要？我觉得我不用。一个剑吧。好，做一个剑，那其他你拿去做。好，那我做两把剑出来，三把啦，三把。露米，你还是拿钻剑啦。那我就做个钻帽给你们。我做装啊。对啊，我做个钻帽啊。好。金。
那我的哎，反正你的剑剑呢？剑剑呢？剑剑剑呢？两个金，只够两个苹果。我这边还有一个金锭，我给你。哇，差一块。没有啊，在你后面啊。他说加那个差一块吧。对，差一块。看再不努力，哇。看你。喵。挖不到，哎，越过团团。怎么都丢给我？两颗。两颗，那繁星给你一颗。那我们要不要先做那个东西啊？哎，我哎，等下啊，没有挖黑曜石哎，我们还是要下去挖黑曜石啊。对耶，走啊走啊！不，赶快下去，赶快下去。我们刚刚洞在哪里？可以在这边现场做吗？哎，谁把黑曜石扔了？什么黑曜石？那只一个而已啊，那只一个，你可以少挖一个嘛。往下，往下，往下。我们刚好岩浆可以吗？岩浆可以，那一个也不够啊。差一个要四，要五个。你们没有哦，你们没岩浆。没有。赶快下去。从哪上来的？哦呦，团团，回头看一下。我就在后面哦。这么猛的。然后谁这么有心挖陷阱在这边？回头看一下。啊！干嘛又什么？白痴哦，钻石要留一颗啦。做完了，完了，完了，没了。再挖，再挖，赶快挖，赶快挖，赶快挖。上次巧克力是这样子吗？对对对对对。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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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动起来，动起来。有有有，下来下来。嗯。小心把僵尸 boss 变成尸啊！这水有毒，白痴。哦，成尸不行。我忘记水是毒的。嗯。哎、欸，我要。扣到下面时阵，我等第四阶段好了。我是真的忘了，我也泡到水了啦，白痴哦！等下他们也太多人泡到水了吧？等下是不是有人泡到了？哎，我跑过来，巧克力。巧克力直接半颗星被蜈蚣射死，我、哦、没捞到水哦，白小心水有毒啊！对耶，要跟我一样，我剩半颗星，大家都剩半颗星啊！对，所以呀、啊，事件结束了没啊？还没，还没。岩浆在哪里？是哦，啊，你就挖浆往下。岩浆在这里啊，这边这个洞就是岩浆啊。好好，我来了，我来。那你们剩下的人赶快想办法挖钻石吧。啊，居然没留。我挖黑曜石吧，你们。没有啊，只有我有钻镐啊。哦，好吧。你挖，你挖，你厉害，你挖。卢米，快去找钻石。我原本想说，我这里我黑曜石。我在挖了。我在挖了，你们赶快找钻石吧。哦，八七。为什么你喜欢在这么深的挖、啊，露米？怎么不在11挖？你十一就不会有岩浆桶？想说岩浆比较容易出来啊？没有、哦，他只会回满血吗？等一下，没有注意耶。不会吧？好像只会回两颗还是三颗？没那么少吧？啊，我刚刚看很少哎、欸，还是他是慢慢回，他是慢慢回。行的话，我觉得我挖团团头上有点危险。确实。嗯。六。不要乱动。七黑曜石七颗了，差钻石啊！真是的，刚刚应该要想到的。哎呀，努力挖，努力挖！哎、欸，你给我铁，你给我铁，我给你吗？我要做稿子而已。给你，
可是钻石这种东西真是可遇不可求哎、欸，我的天哪、啊！嗯，那时候也是给巧克力弄掉了，他自己挖回来。哦，那也是蛮猛的、欸、哇，超强！快鱼啊，鱼起来！构思围呀，围呀、啊，嗯，翻回了，对，嗯，黄金胸如果真的不行，成黄金胸甲啦，没啦，黄金果啦，还七颗，七颗到楼上，哦，好吧，钻石钻石快点出来，嘿，哎、欸，他真的没有回到满哎、欸。我以为会回到满的说，可恶！刚刚鱼骨是有钻石没？我知道有黄金，可是我们现在要先钻石优先，先钻石优先。钻石快出来，快出来！我这么认真的在挖了。逆合成，好想要逆合成哇、啊！他们今天招第一个僵尸的被招走了。对，好，僵尸钻石快点出来，钻石，钻石之歌了，真的快点出来！我跑超远，然后都没有钻石，是怎么回事？好好笑。嗯。我觉得红队是不是钻石有点很哇，钻也很多。对啊，有点夸张哎，那疯狂挖钻庄。啊，我决定我要回去一点挖了，这里都没有。哦，这里也没有。哦不，往这里挖看看，这里也没有。挖起来，挖起来！都市传说说红石附近有钻石，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什么地方都有，好不好？我比较想要迷，我最喜欢是在挖泥土旁边挖到钻石。因为这个之前有听过，是挖泥土后面就会有钻石。泥土后面？然后我以前是玩一个有装模组的，然后那时候是用挖泥土也可以有机会挖到钻石。哦。然后有时候我把泥土挖空之后，旁边会有一两颗钻石。就是对，有时候会这样，就随机打一个呛壳里面的那个啊。煤炭底下也有，那这样子就是什么矿物底下都有、欸、就是都有啊。对啊，这样感觉是这样。雅亮啊，对啊，雅亮啦，雅亮雅亮，可能安山岩旁边也有，然后青金石旁边有可能会有。出不来了，呆闷出不来了，快出来！唉。你说如果这个没完成，我们要完成哪一个啊？黄金胸甲吧。黄金胸甲，还有黄金、啊。我刚刚还有黄金矿，我刚好黄金矿，我刚没挖、嗯，因为我想说先找钻石。对。好。还有在必经之路，歹门有了，有了，有了。好。啊，真的不行，我就直接交两颗钻石，好不好？还有一个是直接交两颗钻石的。好啊。就更快。好。好，我回去了，我回去了。他们狮王挑战了，所以我们剩下什么？两骷髅。苦力怕，骷髅跟苦力怕哪个比较好？欸，蜘蛛不是骷髅跟蜘蛛。听说苦力怕比较好打，是不是？还是没有苦力怕？苦力怕是好打啦。没有苦力怕啦，没有苦力怕，是没有苦光跟蜘蛛啊。好，回头。等一下，那个我们的据点在哪里？箱子的据点不是这里吧？没有，不是在哪里？我要回去箱子那边、啊，我要回去箱子那边，因为箱子那边我放。眼泪，我把它放在那箱子里。我身上有眼泪，我身上有，眼泪我身上也有。工作台，
身上垃圾有够多的啦，等一下。我都好。蜘蛛睡我们剩枯工了，对不对？嗯，对。好的。那我们就做枯工吧。来吧。不然嘛是没法度啊。嗯。等一下啊，我做出来的那个东西跑去哪了？嗯，它是长什么样子啊？地狱之心，要把那个中介水晶。为什么我刚刚做出来你消失了？重灯看看哦。嗯，我身上没有哎，该不会是太满的关系吧？刚完成。对啊。完成，对，剩一个。我身上是还有，身上太满了，眼泪。我也有眼泪啊，我有眼泪。白痴哦，搭配钻石。妈妈跟本姬说，本姬缺钻石。好吧，那你们先找怪吧。好，枯光哦。哎，下面那只会在吗？你又有氧了。不是啊，你刚刚不是在下面那一层？我就杀了，就做成眼泪了，屁啦，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哇，这条怎么都是最终紧张时刻，我在雷，我在雷呀、啊！所以他这个。东西做出来很有可能会跟原本的幽灵之泪合在一起，是不是、啊？不会啊。嗯，那不说什么，我把它合在一起了。不过呢，啊，要找到了，找到什么？枯光？枯光吗？枯光。好好好，好我这边，我在 Y 轴22。好，等一下去找你。太过分了。我把东西全部，我把身上东西清掉，太垃圾丢一丢太多了。嗯，啊，可以怼。好，我来看一次哦，钻石中间，眼泪下面。好，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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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没有重叠在一起了。好，我找你，你有没有吃的、啊？卢米，我饿了。给你。谢谢。我们去找繁星，卢米带路。好好，我自助吃。612201340，是不是看到你的 ID 啦？612，那就只有我啦。那我直接挖去你那边就好啦。哎、欸，好了，我把困住了。我挖上去好了，因为上面有再往前会有一只闪电库利帕。我挖上去，繁星我来了。我不会不小心挖掉你困的地方、啊。那个洞。谢谢。好，直接丢它是不是？嗯，我这样丢得到吗？丢不到、嗯。好的，那我先过去哦。是 Q 直接 Q 他。嗯，你 Q 了没？我 Q 啦 ，Q 出去为什么没有？嗯，他有名字吗？等一下哦，哦没丢到了。不要弄我呀！等一下，我卡住了。好，我摸到他了。他想要拉我，你 Q， 好，我慢慢下，我慢慢下来，我 Q 他啦，坐船不行吧？那我打掉了。嗯哼，有了，有了。我记得他会换，对，他换了，快点。等一下哦，欸，我乱换位置，刚是不是卡了一下？有，啊，要小心哦，他现在还是看我，波顿，白痴哦，我先吃金苹果了。OK， 请吃。我也在吃了。阿爸，你打下来了，还吃哦，还中毒啊！我打不到他，要破盾。啊，死掉了，有了，有了，有了。
哇、哦，我们是来不及啊？没有啊，有有、欸、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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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走吧走吧，好见识、啊，你错了。那觉得等一下剧毒之剑呢、欸？你要不要一半？哎、欸，不错哦。卢米要不要好？等一下，卢米要不要？我们助攻，卢米，哎、欸，这样子，卢米来，我给你，我给你线。水哦。欸、我们要跑毒哦！我们要跑，我们要跑了，我们要跑了。我们要先跑毒。你挖吧。我们要往哪边走啊？怎么多？怎么多？他的格子树，哇！挖死了，挖死了。哦不！我这个方向，我这个方向。哎、欸，卢米后面。我没骗你，真的有。等一下 ，S 走远离。我看到了。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看到你，我看到你了。卢米来，有有，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了。你们看得到我吗？在你啊，后面。好。哦，上面有窟窿，回血的吗？啊，哇哇哇，分数没了，然后不死的。Sorry。屁啦，中爆啦。啊！然后我的、啊、我的剑没了，你的洞没了，什么东西都没了。哎、欸，小心有怪哦！我们要赶快上去。对对对，我现在上去啊！跟你们说那个，没办法帮你挖，看不到。点数可以知道中心位置。OK， 我们先让 X 近一点，我们现在差17格。怪不你们吧？好好好。走中爆后面哦、喔，这个是编剧哎，你在往边界抓哎、欸，白痴哦、喔！我想啊，你挖啊！我今天被气，我你呀、啊！往左边，往左边，往左边，好好，有没有那个越大越好？原来是越大越好的，得死、欸！你后面中爆闪电。哦，哎，他在看你哦，他在看我吗？对的，两只很多只，后面很多只，哎、欸，人呢？哦哦哦，好好爆炸了！我靠，怎样？哎、欸，那、哦、我的剑刚刚被回收掉了啦，没有。我觉得我们要回地表。团团呢？好，我一直在往那个，这是你挖的吗？他挖的吧？刚太黑，看不什么都看不见。我现在没武器哦。好、欸，给你钻剑给你。嗯，喂，附魔剑被回收走。对，而且这次还是没附魔的。哎、欸、啊，那个附魔台嘞，在我身上。楼上，在我身上。啊、等一下，等一下上去附宝。等一下铲子。哦，弓也被回收，你那边有线吗？有，好，你身上还有，不用给我，我也有，我也有钱。好， 好，那你现在给我，就现在刚好三个。哎、欸，那你装还有吗？啊，你看不到吗？你没有眼睛吗？哎呦，我这边黑黑看不见。咦嘞，附魔装是闪闪发亮的，你黑黑看不见。好太美啦。嗯。哎、欸，不对，应该做奴哦。团团可以的，对啊，因为贯穿他们、欸、也没有贯穿啊，可恶！请问我是挖到山吗？为什么都还挖不出去啊？你看要歪走啊，六十哎呦，你对你挖到山了，那我直接直直往前挖哦。嗯，我刚刚有在这附近挖到绿宝石，哦，出来了，出来了，小心哦，等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峡谷的地方啊，刚好是正前面一开始的地方。对啊，哦，就下面就是刚好。熟悉的味道。好，山，好死，一小，一小，一小。好，这边很、嗯，不对，不是在那边。至少点书，点书就可以看了。往那边走、哦，点数它会指引你中心在哪里，然后往那边走就好了。所以往这边嘛，你走。好，走吧。路痴。
最后600秒可以打架 ，OK 哦，打十分钟哦，啊不不，哇，打得蛮久的其实。最好是在制高点，不一定我们来得及哇。边界是要缩到多小？然后刚刚就在举盾，就看不见那个字的时候，就是安全了。我还在远离啊！我们超边。这样也好啊，不然会遇到人，那东西被偷走。对啊。哦，你没有跟到吗？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有啊。好、哦，够了。那要不要靠近那边做伏魔？他们打起来嘞？为什么打架了？那、啊、现在已经可以打架了，已经可以、哦、可以打了。那我要做那个，我要做一下那个盾牌。他们有人是被边界夹死啊？我觉得要不要这边先做，然后看复国魔之类的吧。啊，没有。对啊，这边还边界还没靠近 ，OK 的。还有两个钻石，繁星给你吧。我。哦，好。钢筋没有拿到。什么钢筋？金金 啊, 啊！不然这边我就够做了。那铁巨也没有用到，我就做铁针。对，刚刚啊，啊，我铁针，我铁针。好，我没关系。刚刚都在跑步。嗯，没有，刚刚应该要招那个、啊、打那个枯弓的时候。刚刚太紧张了啦。对啊，因为很怕被抢走。哎、欸，我按到轻盈啊，白痴哦、喔！做一个啊，算了，等一下再尿尿，八十秒太恐怖了。哈、哦、全身保护二了。嗯，然后攻强力一，好，我结束了。那你看一下，帮我们看一下了。好，帮你们看。哦、你全身保护，你经验很多呢。没有啦，除了钻石头盔，我钻石头盔没有。我们等51秒。嗯。啊、我做宝二的头盔。哦，就有轻盈哦，那么屌。嗯。等一下。怎么有个脚脚？我看到刚刚有人在那个上面把拉手边界台上，哎、嗯，边、欸、那个边界快到喽，好，好，跟你们说一下。OK， 好，哇，我们的血洗都很惨哎、欸，有啊，繁星啊，繁星血最多了，对，现在不能死哎、欸，看到你就先射嘛。你说什么？那个台子上吗？那边有个山坡，你看我们现在那个中心点那个山坡上面有人，刚刚我看到了。哦、oh, ，可是我们还是得往那边走啊，走吧。好。对啊，不然也是没办法。我们现在离边界太近了。你刚刚有没有看到他们在上面巡逻？哦，在边界内了。是哪一队啊？看得到吗？看不到，对，看到人了。嗯，没 open fire。好吧。蓝的，蓝跟红，蓝跟红，蓝跟红，他们一起吗？哪边？蓝色哈记，蓝色哈记，哪边？那面，就那面，山那面。想说你直直、哦，他们自打架了、哦，他们打死了，蓝队没了。对，哇、哦，那边有人，那边有人，左右两边都有人，哦、有。那我们这边边界了，这边边界。来来来来来，
还小，还小。我们好像刚好夹中间，刚好夹在中间呢、欸。没错。哎、欸，繁星上去了、哦，看一下。繁星在上面了。好，那我也跟着上去。哎、欸，是你车吗？巧克力。对啊，你小心哦。影月啊，影月啊，影月在上面啊。有，我射他们毒箭了。后面，等一下，后面红队的，那我上，嘿小啊，嘿小，嘿小，你们的背后，嗯，哎、欸、狗狗，有狗狗，我刚刚是被狗狗咬的，有了死了，狗帮我打，有，巧克力在对面的山，然后转装转头 ，OK， 等一下他游泳过来了，好。繁星，你也小心哦。他绕左边的山，繁星的左边。哎、欸，怎么还有狗啊？有有有，他们都有狗。哎、欸，原来是被射。然后，另外两个在对，杰克他们在对面，没有过来。好，抢星星，抢星星。嗯。繁星左边有僵尸，嗯，看对面，捡星星就好。边界怎么了？别、嗯、怕。嗯，嘿，嘿，哦，这边星星很多。捡星星，捡星星，还有蜈蚣。右边会遇到人哦。这个是不是会回血的？你会，团团你会遇到人哦。好。巧克力的箭，有有，他要射你，巧克力要射你。哦好、哦、白痴啊！你鼓励他。Hey up me， 我的血剩一点点，努力捡星星。我到你那边小心点哦。哇！那我就最后努力捡星星吧。一直跑，对，嗯，你跑就好了。嗯，虽然说大家都在追着你，没关系，你看起来很美味。要死我！哦，很痛啦。哦哟，还有隐形的蜘蛛、哦！哎、欸，边界边界，它会传！哈哈哈哈啊！没有，其实上次他跟巧克力同一队，他有想到这个方法，但是我说这个不太好吧？什么意思？因为一队被灭掉之后，就完全没有那个啦，机会就没有那个。嗯，确实。对啊。哎、欸，我剩半颗星哎，怎么办？怎么办？他们都在下面啊，应该是要上来找你了。巧克力在树上啊！太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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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叠！你可以射，你有机会射，你太叠。有下去啊！香水白痴哦！啊！啊蜘蛛，这个 gank，、啊、这个烦，很烦哎、欸！蜘蛛为什么是？烧的啦！哦哟，被 gank 到了！哦，看被鱼翁了，刚先打黄，对，对啊，对，好难过。哎、欸，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蛮猛的嘞，就是从前面。从前面就是一路这样弄到现在，很强，你们最棒。而且星星最多只有1500，对不对？分数对。哦，好啦，那我们应该第二了啦，因为黄队都死，红队都死光了，红队死光了。对啊。哦哦，本季在跟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有毒箭矢、啊，毒箭矢。对、欸，其实我觉得很赚哎、欸，那毒箭矢一组。感觉以后可以找蜈蚣打哎、欸，那个 boss， 那毒箭矢在打架真的是很优，我觉得还蛮有优势的。很可惜，我们先打完一队血很惨，然后回怼女王。太可惜，露米死太早了。嗯，我后面被没有。其实露米的血很少，所以没办法。对啊，我看他血好少，太可惜。所以其实战略是前十分钟应该早点死一死的，先死一死嘛，就是然后满血，真的要扣分啊。那时候，那你可以去卡斯拉别人啊。你就先跟别人拼了、欸人，这时候不能、啊、好像不能复活，不能捡那个啊分数啦。好像这样子的效益确实是、嗯，
你血太少就在那个之前先杀一杀，先死一死，然后满血去找人打架。对啊，然后打完你再看慢慢减分数。不了，就整场都你的。对啊，有了繁星带领我们前往第二的路密。我们终于没有对号了，太好了。看来最衰的应该也是哈记了吧？哦，你说因为他刚升最后吗？都被那个，对啊。哇哇，走吧，是要上去吧？我要换表情。哎、欸，没一万没有加分呐、啊欸，没啊，对，对啊，好吧，算了，我们是混结果，我已经无所畏惧了，我们就是看到谁接近就打谁啊。这个分数那边这时候，因为巧克力说不是说最后打架是没有好处没意义的，对。嗯、对 啊, 啊，那时候我只剩一个人，然后分数还比你们低很多，这时候杀我其实是效益不高啊，对啊，效益其实没有很高，啊、跟杀我们比起来、啊，因为觉得说这样子好像变成就是看到我啊，因为你们还是有可能捡星星追过他们、啊，对 对,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嗯、还是有可能。没事，我们有夜魅王，厉害！我们屋里面，我们交易那个噩梦眼泪，然后丢给别人，Q 出去之后，上面的夜魅变 boss 了。白痴，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会有夜魅 boss 超可怕？对啊，那边守，所以他刚好就守在那个要进到边界那里，我们就说，那里绝对不要靠近。哎，就他自己是 Q 错怪物，然后呢，我是那个招出来的那个噩梦之类，不小心跟。原本那个幽灵直接合在一起，然后好像就这样被吃掉了。哇、wow, wow, ！所以我们才这么晚做出来那个打王，就是因为这样。重点是他是因为把钻石全部花光，自己去就全部做庄了。原本是金算师的。对，没有我觉得你这样很棒。那第二届巧克力也是这样。我有说他是自己挖回来的，然后他又挖到我是自己挖回来的。自己挖回来的，巧克力也是自己挖回来的，都很棒，自己的光自己背。但至少有后来打有没有有那个枯弓毒箭死超可怕，那个巨恐怖的，好用哎！我真的觉得以后都要打枯弓，来这个打架很好用，太强了。但是打僵尸的话是有那个三颗金苹果啊，对，就是。不同的 boss 有不同的掉落。原来如此，那都是钻石啦，结果我们钻石就没啥用到了。我们这边有两只 boss 王哎、欸，一只夜魅，一只枯风。第一只都错，我们就想说啊，好，我们再做一颗。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找枯了，找不到，然后想说回到家啊，整理箱子的时候不想要 Q 出来。哇，一只骷髅 boss。Q 阿基啊！我们前面很稳哎、欸，前面超稳、欸。你们前面第一耶、欸，是不是？你们前面第一啊！你们超稳。你们后面怎么了？被那只夜魅王都没有，前面都没有死。我想说，哇，小燕这么厉害！哎、欸，我帮他们找到超多蘑菇的哎、欸。我们有小燕妈妈在保养我们。你们任务解超快的哎、欸。对啊，我就想说啊，一定大家都抢第一个嘛，那我们就第二个，赶快先把它解掉。对啊，来，我们可以依序看蓝盾，你们可以先就一样点那个书。万圣节那个派，你知道我们解多快啊？超快哎、欸！因为我身上已经有鸡蛋跟那个甘蔗，然后又有那个南瓜。哎、欸，真的你们、你都解掉了，发酵蜘蛛眼你们也解到。哇，发酵蜘蛛眼，对，那时候我也是想说，哦，我解这个就好了。哎、欸，发酵蜘蛛眼其实很强哎、欸，我觉得。因为那前期要打到蜘蛛其实都比较难一点，不容易，不容易。第一天晚上想办法打到蜘蛛两只就有那个眼睛了啊。哦，厉害。嗯，厉害。然后第二个，我们第一天晚上就在想，那个有没有南瓜？哎、欸，等下会不会有南瓜派啊？然后刚才有鸡蛋先，先挤好，先挤好。我都有，我全部都有。超太神了，太神了，太猛了，太神了！可惜就第四天 boss， 两只 boss， 对啊，那个就差1500有没有？就差点可惜。那下一个是红队、嗯，对，报复社会，三名，报复社会队，你们前面死成那样子，真的。然后我们任务点一下，有。牛奶啊，直接做最简单的。我一开始本来是要去地狱找幽灵的，但是我没进去哦，一只幽灵都没有。可是我们是在那个幽灵峡谷。哇！
没有鬼，完全遇不到。然后后来死了很多次之后就出来啊，想说放弃了，然后就出来弄牛奶。第二次进去要用猪人的时候啊，又一大堆四五一出来干到就出来干了。墨菲定律，墨菲定律。对，然后你们猪人是三人一起吗？还是？我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没有做好，没有把周围围起来，太心急了，所以一直被打死。对，后来又把它围起来之后就比较好打，就有解掉。因为就卡点，因为那时候就想说，奇怪，你们做的有点慢，我们是不是有机会？然后后来等我们准备要去的时候，看到你们50%，就想啊，算了。地狱的很难打，地狱超容易死掉。你们后来地狱真的超难。你们后来第三个任务也太快了吧？对啊，那个僵尸也太快了吧？晚上刚好晚上，刚好晚上，然后我们两个人出去找啊。两个人，他们在晚上的时候。对，因为我们想说，反正我们也不怕死，我们就到处冲，你知道吗？对，到处冲，超强。最后那只蜘蛛 boss 是快白天的时候才找到，对，快白天最后时刻，对，找到。然后我们最后先去中心拿，然后看到谁就打谁，就想说反正无所畏惧哦，就死掉也没差了。就是一个拖人下水的概念。对，有你们有翻盘了。我们让战局最后变超紧张的，你知道吗？你们在奔跑。黄队呢？黄队的任务。任务有啦。对，其实你们捡的也很那个。没有，你们钻石也很快就拿到了。没有，我们。是刚好那个啦，刚好繁星就是任务出来的时候，繁星说：“我挖到钻石了。”我说：“赶快去捡，赶快去捡。”哇，就很刚好。三只距离四十格以上。记得你们的视线之外是弄到几乎最后才开始捡。哦，对啊，因为前面是想捡别的，僵尸被你们砍了啊，城市也被你砍了啊，这是这个。然后刚好圈养两只城市，刚好那个视线之外想说，叠高四十格好像比较容易，然后就这样叠，还真的可以。可以，对对对啊！怎么杀的？用剑哦，弓箭啊，弓箭啊！我们就先挥一下，然后再叠上去用弓箭。哇，你可以直接用什么？视线啊！用视线直接杀死他，用视线杀死你！哇，你的视线好可怕哦！我死了，我死了！白痴，吓死了，吓死了！我们那个草丛一开始原本没有想要解，想说那应该很难。然后就还发现，还可以，其实还可以，就跳打。我也曾经解过超难而且没有，他就是你没打一下，这个草丛我就打爆了。你要去找新的草丛。每一个怪物就牺牲一个草丛这样子。所以先把它打残，然后再到草丛去吗？对对对对对。而且其实到后面那时候还蛮惨的，因为那时候我完全没有盾牌，完全空装，然后去打。然后至少有躲掉窟窿，可是最后是打那个蜘蛛，打蜘蛛它都会冲上来，所以就被它咬一口，然后反杀它，会跳起来，跳起来。对，然后后来第二个任务我们就都太慢了，想要钻石没有钻，想要去地狱也不太行，然后最后又没有用苦力怕，原本都还找得到，然后后来做出打火石，苦力怕就不见了，苦力就不见了，真的很诡异，皮革不管了。当我们缴完三张皮革之后，就开始出现古力帕了。本经理这个是不是有点毒心？毒心，毒心啊！这麦快毒心了。然后第三天沉思，那是杰克一开始就找到僵尸神怪钻，好痛，好难过。其实第二个任务那个钻石锄头打僵尸，我们原本就想要，只是没有钻石，没有钻石哦。啊，第三个任务原本还想要用那个十滴血打僵尸。只是我们那时候在附魔，附太开心了，就比较慢打。哈其实应该是你们哎，对啊，就可惜，然后打那个城市，而且我们那时候弄城市，因为有那个神怪砖，所以一次用三四只城市，结果那城市全部变成小的，叫做什么四眼，完全逃窜，冲超快，他眼直接被砍死，我整个大傻眼。冲超快就冲出来，而且那时候不是有那个水跳水会中毒吗？对，那时候任务刚出来，我就想说那是什么，边在毒，然后边往前跳，然后跳水，我就知道啊，任务是中毒，直接毒，中毒，直接毒到中半毒，傻眼。然后最后我们也是靠那个生怪砖直接打那个僵尸王。杰克每次都有生怪砖呢，我不知道，而且你知道都在边界外哦，就是跟边界差一点点。
对啊，一条路的地方，我最后收钱也被那边界缩了一下，被边界压到，边界要走了吗？真的走了啊？对，走了，我已经被压了，我要死了。说到边界这个，我才觉得很好笑。我刚刚差点把我们这队整个都被边界压死，真的假的？他不是会画面说你距离什么几个吗？对，是往越来越少那边挖，然后其实是边界越来越近。那是你边界的距离耶，快边界的距离。脑袋想错了，对不对？然后我就赶快往另一边挖，这样要远离，要远离，差点太近，所以是往挖往边界，对，叶妹王。而且那时候晚上我们出来，因为就是第二名，我们就想要找黄队，然后一开始就先看到红队，我们就说那我们先绕去别边好了。我们无所畏惧。我看到他们好像跟那个另外打起来，跟蓝队好像打起来。我们先去别边，先去别边。哦，夜魅王会有两条、啊，他一直复活、哦，还有复活几次啊？他一直射是不是？他来回回一些。我拿到不死图腾，就是夜魅王的、啊。基本上那个在那边，其他的 BOSS 都是很可怕的。要找死啊！会不会之后出现 BOSS 要打那个夜魅王？哇，那会我这也太难了，这界很难哎，这进阶 BOSS 了，那可能要后面几届一点啊。哦，现在大杀伤的时候不会有障碍，不知道4000分啊，这个夜妹，可怕。好啦，我们最后红队第三名可以加一分，耶，一分。一起黄队第二名加两分，哎，差三分。第一名，而且有破万，加四分、yeah ，啊！我们差点最后小李差点快要死了，我差点就死掉了。有，我第一次都直接没有破万的、哎、啊！那我们应该先去打小雨的。我在旁边看着巧克力在追你，我刚在找人、啊，我在旁边捡星星喽。对啊，好危险的、欸，我还是捡星星好了。可恶，你快走！杰克也是，我们赶快埋起来，把自己埋起来就好。因为我看所有人都是延迟了，我不能打架。对，他没有办法参与战斗。对啊，他都在那个。他超卡。今天网络怎么了？爆开！有啦，我们第三届圆满结束，结束啦！休息啦！休息啦！啊，好啦，今天就到这边啦。可惜没有冲到一万分。我觉得 PK 可以，可是要可以复活啊，不然真的没有翻盘的机会、欸。看哦。你总不能分数低的结果他是浓到超强神专捡1500分浓回来吧，对不对？不可能啊。好啦，我应该也没有力气开了吧，可能等一下就直接关台了。嗯，好耶、欸，要玩吗？可是我不知道玩什么了，因为今天哈记今天要录影，所以没有边缘镜。他想到的就是魔物猎人啊，可是魔物猎人，嗯，不知道。今天其实状况很差，很呛又很累啊，怎么又有了？不是每天都有吗？哇塞，可以凑十个吗？乐队就关了。我今天不太想开台，应该说我今天根本不太想玩，不玩是因为队太少啦，队太少导致爬起来觉得整个人很累。哎、欸，怎么都是死死啊？加倍是不是？
好，那等一下就提早休息啦，感谢今晚收看啦。哎、欸，还没结尾呢。好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好，继续。都死对。多休息，会啦，尽量啦。第二只眼头是又一个。好啦，Hello， 大家晚安，拜拜。